进入现场了耶、yeah！ 等一下，来开始之前呢，先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嗨，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对，还有这个跟日本广告一样。Yeah， 对啊，谢谢我们的小骚学长、啊，谢谢我们的小骚学长啊！也有先切回这画面耶。Yeah！ 是台大的小骚学长，对，台大的小骚学长就是在做酒的。对，没错没错，他现在就是在做酒商，所以他是我们的长期赞助商了、嗯。对对对，所以每一集都有。有，可是之前有的时候他的那个如果有其他的赞助，例如说有 Judge 之类的话，他就被挤掉。啊，因为前一阵子有一阵子报纸比较多人会抖内我们，然后所以我有一集就是把那个站桩全部换成抖内我们的人。哦、对，然后最近为什么回到小骚？因为最近没有人抖内，因为我们最近都是最近刚好节目没其他牌子抖内。对对对，没错没错，原来是这样。对啊，我们现在要找什么富二代啊之类的，对对对，来我们要拓展我们的那个更多的源头。好，然后我们的那个其中一位主持人就是张雅君呢，他三分钟前说他以罗斯福，对，他说以罗斯福，所以就是好像和。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近，但我们就不想管他了。超超长一条，万隆那边可能在万隆，万隆那边是罗斯福啊，景美那边也是罗斯福啊，张家那边嘛。对对，好，那今天我们先撇开我们的两位的那个来宾，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赞助厂商耶、yeah！ 跟上次一样，我们的那个赞助商的酒商小骚老师又提供了我们那个白葡萄酒，对， yeah！ 白酒气泡酒应该是吧？我忘记它的确切名称了。这个他妈的实在不是很难怪没人要赞助你们，没错，请对赞助商尊重一点。搞什么气泡甜酒？太扯了吧！这气泡甜酒，没事、okay ，这个真的好喝啊！我们上次就是喝一喝，就是确定吗？对对对，真的确定吗？不是因为这样子，那个公信力有点低。对对对，真的好喝，可是这个叫什么酒？这是什么？就一直好喝到不知道什么名字。对对对，他在莫名其妙的状况下就忘忧酒，忘忧酒，直接罚三杯。好了，我们的来宾先了，我们来宾先，对，就是我们赞助厂商提供的气泡白酒啊，对对对。谢谢招待，谢谢招待、，Yes。大家如果想知道是什么味道的话呢，欢迎去找我们的赞助商。对，谢谢小张学长，谢谢小张学长。对，就是去找他们的那个粉专或者是 IG。不是吧？应该知道什么味道，要问问他们两个吧。对啊，问问他们两个。说的也是哈，对对对，变吃播，吃播，直播，对，进入吃播的状态了。对对对。
哦，这个影音卡，影像卡卡，对，突然影像卡卡，影像卡卡像卡卡，哎、欸，那是网络的问题吗？我看一下，我这边是还好啦，当还有影像卡卡吗？同学们，影像卡卡，我目前看起来是还好啦，对啊，哦对，还可以，我先看这个，那可能是你的问题。直接呛观众，对啊，对啊，没有了，那个什么，那个讲影像卡卡，那个是我们的忠实观众，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一个账号5566556556，哦，对，他是我们的忠实观众，对对哦，还有忠实观众，真的啊，我没有吓到、哦，他每次都来，然后结果他今天一开始他有留言，然后就说什么，哎、欸，那个白哥，你有看到我上次的留言吗？说什么，就是他有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结果不见了，对啊，因为我有收到通知，但我去影片下面看也没有，所以我想应该是 YouTube 的那个。是系统的问题啊！然后我还为了这个，我还 IG 啊发了一个影片，说：“哎、欸，影音不同步，影音不同步。”大强，你学妹，好、啊，好了，我 YouTube 还逛逛啊，不要生气，没事、啊，不要生气，没事，对对对，喝啦喝啦喝啦，对，影音不同步、啊，我觉得今天的 YouTube 有点怪怪的，因为他今天的那个 YouTube 的中文打字就是打太快，他会全部变注英文，就乱七八糟、嗯。对，所以现在如果影音不同步的话，那我觉得我也不确定该怎么办。你的学生来了，哎、欸，我有学生，你们还有林奕晨，哇，老师还、欸欸、小光一只，小光一只，小光一只，太容易记功了。老师可以这样乱记功，热心参与班级事务，哦、小光一只，可以。好，那开始班级事务，我们现在还是先来先那个饮酒作乐一下啦，耶、哦 yeah, 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先去开炸鸡的门哦。嗯，哦，好，太到了。我来就可以，哦，蛮爽的，很好喝，对，爽，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喜欢喝甜酒的人，我、哦、这个我好爱，超爱，嗯、我这一个可以爽感饮料，对，自己一个人把它全部干掉都可以，对对对，爽感饮料，热心参与，的确的确真的真的，你好棒哦，足为楷模，对，好，先要打那种官腔文，对对，反正前面是热身化时间了，因为前面就是等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持人姐进来，对，张雅君要多久？张雅君，来来了。来，等一下我，因为我今天这边的人口密度比较高，但我们还是可以凉一点，知道吗？对，没错。好，雅君出现，来，你们那边就两位自己找地方坐啦。好了，我们就这样。嗨 ，Hello， 对，雅君 ，Hello， 啊，你好，安。对，等一下哦。为什么影音不同步？现在还是影音不同步吗？现在还有吗？还有吗？有人可以给我 update 一下吗？虽然说现场只有Rina Chang。Rina Chang。对，是文化他学妹，然后跟我差不多结束。对对对，我这边影像也卡卡，声音没事。没关系，我这边啊，你们监控看起来 OK 吗？所以我看起来像跳落吧？看起来 OK 嘛？对，我那个 OK 就好了，好了。那反正大家如果觉得影像卡卡的话，就那个你们也可以等后面。对，我去看重播。对，我今天重播会好吗？还是重播也卡卡？会不会重播？重播是从这边录制，所以不会。欸，没有重播，它是丢系统啊，所以我也不确定，没有。哦哦，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以前大家不是因为我们刚刚在直播开始前，我们才讨论到说，我们的受众其实很蛮多都是。不是看直播，他是看回放嘛。但是呢，我今天突然间有发现到，就其实也是不是我发现，我听 podcast 他们聊到这件事，就是为什么要看直播呢？因为直播没有广告。哦。因为你回看回放，他会 YouTube 会跳广告。刚这不算广告。你不会有那个无法略过的，就是有人用奇怪的 Lucky， 然后说你想知道我要怎么赚钱吗？看啥？你没发现吗？这两天我今天超好笑，那个超屌的。哎，那女生直接社会性死亡，我觉得好惨哦。对啊，社会性死亡。她可能想说只是拍个广告，然后没一个就是想一个人设。哎，我应该是广告商叫她这样做的。我一定要，可是问题是你会广告商叫她说一定要知道她会跳舞啊，才会叫她跳 locking 啊。没有，那一定就是自己写那个脚本 model card 的时候上面写我会跳 locking， 就 model card 的问题、啊。就一直被 diss 这样，好可怜，好惨哦。对啊，那个没有，这太有趣了。对，没有，重点是肖张说，我对那女生没兴趣，我比较好奇她老师是谁。我听到肖张这样讲的时候，我吓一跳，就说：“干，这有点害怕。”女生的学生比较靠近我的受众。整个团队 IP 在开会，然后没有人敢承认这样。哎、欸，有可能哎、欸啊，对，现在搞 IP 拉。你说 IP 还要讨论这件事？没有，我觉得徐凯浩最好笑。徐凯浩在那边就，我觉得是赤赤的学生，在下面呛，干赤赤。次的学生，次次在 IP 的人设大概就是这样子啊，被欺负的，没错。他现在不一样，好不好？人家粉丝数是吊打我们的、欸。哎、欸，真的，哎、欸，他粉丝数有破，他那个才叫网红。对，他是真的，对，没有网红，没有网红啦，对对对，应该有3-4万吧？有一定有。哎、欸，雅君你要酒都要自己来哦。啊，谢谢。对对对，这边气泡甜酒，够走。对，突然间就喝起来。对，没错，就是那既然好了，那所以我们要开始进入正题了吗？没有，进入正题之前呢，就反正就是当做我们节目现在才开场，那我们就直接再播一次赞助商。好的，那现在，所以直播是有广告的嘛？哦、对，还有广告，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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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广告。
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想不到吧？谢谢我们忠实粉丝，叫他罚三杯。对，迟打就迟到罚三杯，不要了，我们的酒不多了，他罚三杯就不要喝酒，好喝的大家喝就好了。对 对，这个我们自己喝就好了。这反而处罚是应该是不能喝才对。对对对对对。好的，好，一切都从头开始，耶！让我们欢迎我们特别来宾们，耶！刚刚什么事都没发生？刚刚什么事没发生？来自我们嘻哈岛主办摊位。膝关节的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主办单位，膝关节的两位，算是召集人跟团队成员，是这样吗？我是比较着急，没错，是着急，我都是蛮着急的，心情很着急吗？心情很着急，可以，欢迎两位来，那我们就等下，反正按照往例呢，就是我们很。这种乱聊的活的节目都很容易一聊就不知道聊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访纲吧。对对，没有进入我们来，请先两位先自我介绍一下，跟观众自我介绍，也介绍一下 The Joint 膝关节团队吧。你先。好，我叫 Jacky， 然后我现在是裕达高职啊，前裕达高职，现任普林斯顿表演艺术科的老师。哦。那个网络上看到那留言的阿广啊，阿广我们班的。哦，是。小高一直。李玉成也是我们班的，热心参与班级事务，组委楷模，小工一支，超棒，超棒的，对啊，只要上直播回应一下就，小工一支赞赞，对，是暗装嘛，这是网军的概念啊，是网军啊，而且这样感觉就跟那个上个礼拜的吴威一样，吴威是现在是那个东南科大的系主任，然后他上来是介绍系主任，大家那个同学有兴趣的话，欢迎那个就是有想要读表演课的，欢迎跟我联络，所以。那个普林斯顿有招生需求吗？现在已经过了啊！对，你现在已经开学了哈。开学了，对，已经开学，现在还可以招明年的。大家如果想读全台湾最好的学校，就来招我。第一志愿，表艺科第一志愿，是这样说没错，是这样的。哦，真的是有成绩的啦。OK， 表艺科第一志愿，普林斯顿的 Jacky 老师，好，耶，好来。我是学耀，然后也是嘻哈岛的主理人之一，然后我主要在做 house 的教学， house 舞蹈的教学，然后偶尔就举办一些 house 的活动，奇奇怪怪的活动，小活动啊，可以让学生带很难念的团名之类的，对，道场，对，那个道，我有什么什么词，两个舞团啊， improvisation 道场，对对对，没错没错，主视觉是李云中画的，主视觉是李云中，我们的那个，你怎么会相信李云中啊？没有，就是这样才让人家觉得不想点进来的感觉。所以搞自己小团体，对，人家会想说怎么会有人这样设计啊？这个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要叫倒茶？这个我是真的没有，那个是倒他们女生取的，因为我们倒茶是两个团合在一起。哦，对，是男生的团叫 Pencil and T， 然后 T 这个词就直接把它翻成中文就并在一起这样。哦，啊，倒这个词是他们淡江的一群女生，那时候也是我学生，也是校园的学生，然后他们都有上我们的课。嗯，然后他们五个女生就取这个倒这个名字，他们的团名叫。道，对，道，他们团名叫道，哦、所以台哥那时候有来啊，台大杯我们两团分开比赛，哎、那一年就是你知道，就是五个女生是比那个，然后我们四个男生是也有参赛，对，然后两个都欧杯，然后后来刚对两个都欧杯，我那一年16名超干的，干，然后差一点点，对，差一点点，然后没差这个无所谓，可是后来就反正惩罚季，然后就淡江请道，对，然后台科请茶，请茶，然后我们就好，那我们干脆两团组一起去，就可以跳两次，对，就可以跳两次，然后后来就一直搞到现在，对啊，对，大概是这样，对，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倒茶，个人嗜好，然后他们比个人癖好，个人癖好，个人癖好，然后比台大杯一直进不去玩，我超气的，好不好？刚才台大杯评审搞什么鬼啊？我没有，我每年都要跟他诉苦一次，对对对，他都无条件会听这样，对，我就很棒啊，对我蛮好，对呀，很棒，为什么没有进？不是你站对着我看干嘛？是啦，又不会每一季都让评审都有这个玩，那搞不好是那个什么鱼开头的啊，或是田开头的啊，对不对？又不是我，就不知道哪一个评审。好，来，我们先拉回来，来 ，OK， 我们介绍完，来自那个普林斯顿的 Jacky 老师本身是个 B boy， 然后我们的算是以 house 为主，也是有以前是有算是有跳 hip hop， 就什么都跳了，对，什么都跳了的两位舞者，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膝关节团队吗？因为其实这个 team，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相信大家知道会来看的，应该都知道，今天我们主题是要讲我们的嘻哈岛。嗯、嘻哈岛呢是膝关节团队的五周年特别活动，也、哦、是膝关节这个团队已经运作了五年了，还是以上？五年，五年哦，就是刚好是五年嘛。第零届算吗？就是我还没参与的时候。有膝关节这个名字，然后组成这个 team、哦。嗯，应该就是我加入的5年，对，因为这个等于是，其实，在嘻哈岛之前有陆陆续续一直每年都几乎有办很多的活动嘛。应该是说，我本来就
蛮常办活动的。嗯、然后膝关节里面有一些雏形，比如说像 Live Band 啊，嗯、然后或是 Cypher， 嗯 ，Cypher 里面选人，Cypher Audition 的这种赛制，应该是在膝关节之前，我的活动就有举办过。嗯，然后我们在举办膝关节的时候，就把这个雏形带进来。啊，对啊，你刚刚讲一个重点，就是一开始你还没有加入嘛？嗯，早期其实没有，其实学校是一开始就加入了。啊，真的假的？学校加入了，我们才叫膝关节。關節对，哦，他刚刚讲没加入是雏形的部分，就是他可能过去办活动的一些时间点。哇，这四五年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一直印象中膝关节是你在办活动，你好，我一直没有看到你的角色。因为我没有跟大家讲说我在办啊。对。对啊，你为什么要耍帅？因为我可能就宣传而已吧，因为没有，这样比较帅啊。没有，也不是比较帅，我也没有说想要特中二低调帅，也还好吧。这样低调中二帅，低调帅是还不错，一定要加个中二。对对对，我们这个中二可以接受了。我们这个直播的吉祥物就叫刘康爽，还有刘康爽常被我们吐槽很中二。哦，他太中二，那个我比不上，他输太多了。整个街舞圈没有人可以真的他。我们基本上只要是刘康爽以他的武林的附近以上的人，所有人都有共识，他就是个中二病。但是现在的小孩不熟，对不对？我、oh, 啊不熟不熟，你在看双手没有？不用熟，就这样。你就记得我们的记忆印象中二。对对对，那些话题讲到他也就差不多这样。啊，对，我们不要再把刘康爽摆到旁边去，真的不要提他太多这样。对，所以膝关节团队，当初是为什么会组成？怎么组成的？应该这样问。因为早一开始会有膝关节这一个想法，其实。在所有的名称都还没，膝关节是我们取的名称嘛？对。所有的东西都还没出现之前，最一开始想法是想要推 rocking 这个舞风。对。那台湾有两个 rocking 的舞团，一个是我们团 Rock Fantastic，另外一个舞团叫做 Future Age Rockers， 就两个跳 rocking 的舞团。我们想说，亚洲啊没有这种活动，是没有 rocking， 亚洲几乎没有 rocking 的活动，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办一个，然后我们每一年找一个外国的 rocker 来当评审，这样我们每一年都会有 rocking 的资源进来，然后大家就会看到这个，有看到这舞风，可能就会跳的人更多，因为那时候跳的人，台湾跳的人太少了，真的就是他们在跳。对，严格说起来，我会知道 rocking 这个舞风也是因为是啊，我也是，对我也是，对，全部都是因为这台湾推广大推手了，对对对，台湾也是啊，因为我加入以后才知道这个风这样子，所以我想说，那如果有。第一个，如果有外国评审进来，我们找那种很厉害的 rocker， 然后来当评审嘛。外国评审进来，我们自己可以进修，然后也更多人可以看到这个舞蹈，然后如果我们这样持续办下去，办十年就会至少有10个外国人来台湾，对，然后这个环境可能会变得比较健康，所以一开始想要找就两个 rocking 舞团合起来。想要办一个像是 anniversary 周年那种感觉，对，因为我们两个团是在同一个都在2013年成立的，这样有点半周年的感觉，蛮久的。结果就发现呢，这样办不行，因为这个人数太少了。如果只有办给 rocker， 那我们一定是死。对，而且又要找外国人来，所以然后想说，那我们不如就找几个也是当时比较少人跳的舞风。我们少数族群集合起来。好弱弱相残。我才要讲这个，哇，这个超级政治不正确的。就你们就是一群边缘人。我会找你们，因为我觉得你们蛮弱的。没有，我跟你讲，而且那时候，那时候是我认识学校之前，我对 House 几乎完全没有资讯。我看得出来那是 House， 可是我不知道 House。的精神啊，或者他大概长什么样子？然后我就透过我们团队，当时团队一个叫 Jimmy 的，我请他来我 House Holic 当 Battle Guest。Jimmy 是世新的，他就一起来看。对，然后他就说：“我世新学长学耀，他是 House 推广的人，我介绍给你认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原本找三个舞风是 Rocking、Quunk 跟 House、Quunk， 然后就我 Quunk 是那个我一个当时装进。的学生，叫做立翔，大家知道立翔，他是台湾玩矿也玩了一阵，我可能看人我就会知道，对对 对, 對, 對，因为矿盆就大概就那几个，对，然后他们团队当时觉得还不适合，所以就变成三个方变成只有两个，还有 rocking 跟 rocking， 然后因为我们想说那人还是太少了，所以我们要找更多的人来参加这个派对，所以又办了一个 all style 的选项在里面，就是里面有 rocking 的。活动也有 house 的活动，也有 all style。如果你不是属于这两个族群的，就去 all style 那边。你还是可以玩。对 对, 對，还是可以玩。所以一开始就这样组成。对，所以我是因为膝关节才认识学耀的。我膝关节之前不认识学耀。all style 真的好好用、啊。很方便啊。因为我一开始其实也都觉得，因为我刚被他邀说要办这个活动，然后我一开始也想说，
其实这样会不会人真的太少了？我们收益部分其实要撑住活动是非常困难，因为要请国外的那些机票啊、评审费各种，其实是很辛苦的，所以就才想说，那可以办一些其他的附加的活动，然后让这个活动可以变很多的人会想要来参与。是，对，因为那个时代又是比赛，其实也都还蛮盛行的嘛，到现在其实都还是啊。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比赛大家都会想要参与，所以我们到时候也是借由这些就是附加我们两个以外的东西，然后去加进来。跟现在的嘻哈岛的样貌还蛮不一样的，差距蛮大。而且我要先自首一下，就是膝关节的活动，每次都说干蛮酷的，但你们都喜欢办在礼拜六。礼拜六这五年来呢，你知道吗？几乎都会撞，你们办的活动几乎都会撞各种大型的活动。真的，我们前期都一直狂撞对，狂撞撞爆，对，一定有。对，就是我们啊，那个湿地地下室那一届是第三还第二？第一届跟第二届。第一届跟第二届就在第二届在湿地地下室嘛。那一届我就在门口跟大家在聊天的，就有人说，今天还有三个活动，还有四个活动在。对对啊，就是会这个样子。对，因为之前就是你在疫情还没开始之前，就大家活动就办爆啊，对啊，所以只要办礼拜六就撞爆，真的是办爆。对，所以我好像膝关节活动好像只去过一两次之类的吧。对，第二届对。对，好，所以大家，所以你们西装团队除了你们两个以外，还有多少人？我其实有十个人，可是陆续有一些人是可能他有其他的状态，然后就是可能离开也有。来，你们，喂，肖玉章。喂，肖哥，你知道我现在直播吗？肖哥，现在打来什么意思？学长，对你平常就是叫我去你节目上直播，你也关心一下我的直播时间好吗？对啊，这是肖张老师，肖张老师哦，摇摆肖张老师，对对对，老师，对啊，我帮你扩音，对对对，我帮你扩音，肖哥，嗨，肖张，肖老师好，学长好。你们吗？你也会害羞、他忽然发现，觉得这不太对劲，不太对劲，这个局不对劲。要交到女朋友了。OK， 果然是主题是这个样子。那个结束我来敲你，结束我来敲你。好，走开。最重要的小事。太幽默了。对，我本来想说，自己去旁边接算了，就是公审一下。我们刚刚讲到哪？讲到膝关节有十个人。团队团队目前现存就是十个人，从以前到现在有应该总共有十二个人，然后有一个他中途去国外工作，所以我们就说，那你在国外工作，我们就你就先好好在国外工作，是我们就让他先离开。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工作上面有一些状况，他比如说他日夜颠倒他的工作是日夜颠倒，所以他也离开。但从头到尾。一开始是八个人，后来走掉了两个，又加入四个，然后变成现在的这个状况。所以这团队里面的都是街舞人，八成都是我的舞团的人。八成都是 Rock Fantastic Rocking 舞团的人，然后有八成里面第九位就是学耀，第九位就是学耀，第十位就是另外一个团 Future Edge Rocker。都是以 Rocker 为主体为组成的一个团体，就是。九个 rocker 加陈学耀，对，没错，是这样吗？没错，大概是这种感觉。这样讲，学耀很边缘，不是不是，没有，因为那天讲到 rocking 这种东西，叫推广文化，我们都很 respect。那天我们找小鸡来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哇靠，你知道当一个推广者要比教育者或是什么编舞者这些东西都。因为你要走在所有人前面，我们这种都捡现成的。对，我们是捡现成的。我们只要跟他们，你们办了什么，我们就玩嘛。你教了什么，我就学嘛。对，可是推广者你要走在所有人的前面去开拓，要了解所有的东西。对，这个真的是，对对对，我的推广者 ，Rocking 推广者，对，辛苦了。好，所以膝关节团队就是这样子一个组成。十个人这样。好，大概介绍到这边嘛。那这个活动啊，我们今天的主题讲到聊到嘻哈岛，它是所谓的那个膝关节的五周年庆活动。是。对。那跟没有到场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嘻哈岛这个计划。因为呢，这个活动呢，其实我自己知道的是你去年我去上你的。对对对。去年这个时候。对，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对对对。对，一样。九月。对，我去录那时候去录你的节目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讲那个生日。对对对对。对，去年九月的时候，他就有个。那个 Jacky 就有跟我预告了，说明年2020年会有一个超屌的大活动，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预告。那中间因为我们活动办在四月嘛，因为其实有参与的人大概都知道的那个的样貌。假设我今天突然间跑来观众啊，嘻哈岛是什么？你们要怎么跟大家介绍？对。
就一座岛。当初怎么会想这样想办这个活动啊？先我先开始，我先为那个没有概念的人介绍。嗯，我讲一半，然后你对，因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今天我们坐在对荧幕对面的两位同仁呢，一直都很安静，因为没去，他完全没有参与到西哈岛的任何事情。我是我先走了。太现实了吧？对，所以呢，你们就当做跟他们两位介绍一下其他岛。谢大哥。对对对。不是啊，我群组也是会跳照片的，好不好？这样子，我们团也是表演团体啊，怎么没到啊？没有，那时候小鸡，我隔一天去找小鸡老师，然后他就说，哎，其实这几天看一下大家鼻子或者脸有没有红，就知道。对，我去，知道就可以分辨。因为我们入场是以那个为入场。所以什么绑手袋？没有那个假议题。全部人都是那个太浪费，那不环保哦，对，不环保。对对对对对。哦，那我下次就知道，我用这边涂好。真正的刷脸入场。哦，好了，你要赶快解释一下。对对对，西哈岛可以，如果没有来的观众朋友啊，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像是一个六福村剑湖山那种乐园。哦。啊，一进去之后一票玩到底。哦，有笑傲飞鹰吗？没有，不是六福村啦。对对对，然后一进去一票玩到底，然后两天一夜，有28个活动。哦，这么多哦。二十八个活动里面有3场比赛，然后有有8堂街舞的 workshop，然后有8个街舞以外的体验课程，比如说像卡波维拉瑜伽，然后还有大溪地舞，然后还有涂鸦课程。对，这些都是你付了一个门票钱，里面你都可以到处去玩，一票玩到底，像主题乐园那种感觉。我自己的那时候理解是我觉得是有点像那种音乐季，那种 Fuji Rock 那种概念，就是因为 Fuji Rock 它是那个办了很多年的那种摇滚音乐季，等于进去以后，你一票进去以后呢，你在里面搭帐篷，你要睡哪里都没有人管你，有吃有玩有的，有吃有玩有啊，随时都会有各式样，但你可以到处乱跑，对对对，嗯，然后两天。一夜里面，因为它时间有可能是时段，有可能重复的。是，比如说这边在演唱会，另外一边在比赛。嗯，对，分身乏术。对对，所以你可以选择你比较想要去看的那个节目，就去参加。那你可以，你现在很想跳舞，你就到跳舞的舞台去。嗯。那你现在有点累，你就旁边有一个舞台是演唱会的，你去啊。那分区分的比较远，可能走路要可能走个2-3分钟。你们是办在哪里啊？办在一个露营区哦，露营区。那露营区它是一个半岛形状，对，哦，所以叫西哈岛。所以它就三面环海。哦，对，然后所以它景观看起来蛮漂亮的，就是你看会看到海，然后而且是从蛮高的状态下看下去，所以其实 view 都蛮好。所以就是因为是半岛，所以叫西哈岛。如果今天是日月潭，就西哈潭。西哈潭。还有阳明山就西哈山，或是金山就是西哈金年青金青金青哈金青哦，还是这样子。对，所以我因为我那时候一开始看到这个活动，我就哇，这个活动如果对于有一些人，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叫什么东西啊，就是强迫症，他想每个都参与到，他是不可能办到的。对，他就是我全都要。对，我蛮然后我自己去的现场，其实我觉得是我随时想干嘛就干嘛，其实是一个蛮爽的活动，蛮 free 的，对对对，蛮 chill 的活动。然后为什么变成嘻哈岛？这个是我们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开会嘛，那其实就是想要达到一个状态，那个状态就是大家觉得说，哎，嘻哈其实蛮。对我们都蛮有意义的，也觉得嘻哈真的是有很多好处在我们身上。如果大家可以来我们活动，就生活在嘻哈里面啊，以这个状态为蓝图去构想。那如果想要让没有接触过的人，或是没有像我们有这种感受的人，如果一来他可以有跟我们一样美好的感受，那我们应该怎么设计这个活动？所以才设计啊，所以才还有很多的体验课程啦，或者是那个，或者说你什么都不想参加，但是你光在这边跟朋友聊天，你也会觉得很开心。还有一种对，最近这两年蛮夯的，那叫沉浸式的概念，嘿，把你丢进去。它是不是很像那个新加坡那个之前我们大家很多人会去的那个活动？我知道你说什么，那个是 IFJ 对，我觉得不大一样，然后它也不算是沉浸，因为沉浸通常是主办单位他会弄一个表演，会给你一个情境，但它就是说真的就是去里面生活，对，我自己文化体验，对，文化体验，因为那个时候你是跟我讲说，其实街舞的活动有很多，有派对，有 battle， 有表演，各式各样，但是他通常是去看了表演，回家。
然后去了 battle， 然后聊，然后就是等于是大家两三个小时了不起一个下午，除了什么有一些那种什么 super normal 那种神经病活动憋了十几个小时以外，除了这个以外，对，大部分活动大家都去了，可能就解散就回家，比较少机会在活动以外跟朋友们相处，然后或者是去认识朋友，等于是在那边生活。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西哈这个 idea 一跟我讲，我就哎看蛮屌的，因为你可以在那边有租帐篷嘛，也可以对，因为它毕竟是个露营地，等于是大家可以去住在那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酷的一个发想。哎，那我可以问个问题吗？你一开始做的时候不会很害怕吗？毕竟这种类型的活动在台湾基本上是首次哦。街舞类一定是首次。这街舞类是首次哦。西雅岛是4月17、18嘛，我一直害怕到4月18晚上，太害怕了。对，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有台风，而且对，太多因素了，非常多因素，比如说。等一下，那既然你就一开始讲到太多因素，那我们直接跳到我们的下一个题目好了。我们下一个题目的仿纲呢是什么呢？来，这次举办嘻哈岛活动有遇到什么困难或是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太多了，真的太多了，真的太多了。来啊，那我们先。我是会在活动前一个月的半夜3到4点之间会接到他电话来跟我诉苦的。对，可是我们其实原本在活动，我们这五年的交情。可其实我们平常不那么有私交，因为我们是活动一起去合办，所以其实过去有很多很多届的状态，就是我一直提我们活动的缺点，我一直跟他抱怨这些，然后包括我们没有收益这件事情，过去几年从来没赚钱这件事情，我会一直跟他抱怨，因为我一开始在办活动的时候就觉得是不能亏钱的，对，可是我加入这个一直亏，然后我觉得很堵然，对，可是这个已经就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已经不是会觉得那件事情是不好的，我觉得有点像是酝酿跟累积，可是。我们前一个月是一直都半夜，我会接到他电话，他跟我讲一些事情。所以活动前一个月会是遇到什么状况？没有，我先稍微跳回来讲一下这个。刚刚学校讲，我刚好有，就是就像学校刚刚讲的，我们是办活动才认识，然后圈子又离很开，是生活圈不太一样。比如说，学校姐团队80%都是我的舞团团员嘛，是啊，我们每个礼拜都会练舞，我们每个礼拜都在联络感情，可是学校他到处教课啊，我们都遇不到。对对，他有他的圈子。除非我们希望你开会，我才遇到学校，我遇不到。然后我私底下也不会去找学校 hang out。然后像刚刚学校讲的，就是连续4年下来，学校的开会都是比较务实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或者这个我们又要掏多少钱出来，大家真的吃不消。尤其那他这样考量是很正确的。对对对。因为我们团队里面最小的。还有大学生啊，还有学生，他大学生有一个今年西雅岛才刚毕业，不然前4年他是大一、大二、大三在跟我们办活动，一个台大的学生，非常辛苦。对，然后所以学校在今年办西雅岛的时候，今年办西雅岛之前，去年的时候他还来我家找我，跟我说他要退出了，他因为办西雅姐很辛苦啊，然后付出很多东西，但今年。学校的这个转，他的这个转变让我觉得超级感动。我有不一样的心态。他跟我说，他居然有一天来找我，然后跟我说，我觉得赔钱也要办。要冲，以前他是最说，最，这个有一个观念想法是被他改变的，因为我们办完之后，其实我的观念有点大更新，因为过去我会觉得我们要做活动就是有多少屁股吃多少钱就好，对我自己会觉得就是以推广活动来说是要抓到一个平衡点，要损益嘛，可是在他做这样的屌事出来，然后我们大家当然是大家一起企划，不管是舞蹈或是文化的喜欢，然后让大家真的知道，然后那我们一定要掏更多的东西出来给大家看到，才有办法达成我们真的让人家看到更多面向。对，那所以我开始就觉得，那他的精神是对的，因为我们有做到这件事情。因为你不是以赚钱为前提，对，我一直都不是以赚钱为前提，对。可是我却希望收益平衡，这一点其实蛮打架的。还好啦，我因为本身商学院毕业也会跟人家收益平衡啦，就是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就是其实有时候就是心理的，到底说服了自己这一关嘛？你到底是会觉得，像我可能讲说，我认同2200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哦，这些损失都是投资。我在未来的时候，我会看到我的 feedback。对啊，我会这样子想的。没有，可是我们当下都是每一届都是没有去想，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那个 feedback， 有些时候是无形的，是啊，所以无形的没有办法量化之后，你每一个人怎么看这个无形的 feedback 很重要。好的，啊，有些人会把它无形看得很重要，有些人会把它觉得，我实质上其实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就是团队的这个共识很重要，所以那个西瓜姐那两天啊，或者包含现在班哥
刚刚也介绍我，或是大家都会觉得我好像是希望姐的那个人物，可是。因为通常你比较容易被叫那个叫什么，就是 focus， 就是说大家会介绍你。对 对, 對，可是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一个人，我一定绝对做不起来，一定是这个做不到嘛，就是做不到，而且也不会活动也不会长这样子，嗯、活动会长这样子是大家丢意见，很多人的功劳，对 对, 對、嗯，有点像那个 skip 嘛，那就是大家会认识甜透、啊，对对对，但是其实是 skip 成起来，成就起那个 skip 的这个 team， 哎、欸，然后那个有个叫 Fuden 的 Jackie， 这也是学生吗？啊，他已经毕业了，我没办法进你工。不好意思啦，福德，巴库的学生，下次找得到了吗？他也是 skip， 他也在 skip 帮忙。哦，他就是 skip。对，下次在毕业之前来留言。还是你要再读一次？再招你一次生。对 对, 對啊，记完工你再决定你要不要继续留下来。你讲好像学费太搞纲了吧？对啊，太搞纲了。我们这么四块的人，怎么还要再读一次呢？对啊，所以膝关节也是这一次办起来，就是算是刚好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这也是活动打算办大，然后你刚好又心境有一点转换，对对对，所以大家一起把这个活动。我觉得状态不一样，因为我其实在，因为疫情刚那一年，我们办五年嘛，嗯、其实有第四年是没有办的，因为疫情嘛，啊、对对对我们就取消、嗯。对，所以其实那一年之前第三届完，我就跟他提说我要退出这件事情，嗯、可他就说那再做一届，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要敲卡佩拉之类的，就是弄这些了、所以第四年没有办的时候，我也觉得。可是其实那时候心境对，可是心境有点不一样。我第四届的时候，其实有一点觉得有点逃避心态，就是我们没有办成，没错。可是，在那过程当中，我其实有点觉得好像松一口气。可是反而我是第五年，就是这一次世界哈岛，我才觉得我全部都丢进去了，这样。对对对，就不太一样。疫情也有关系，就是心态或是整个周遭，就觉得哎，反正我就这一次豁出去了之类的，也有可能，我不知道。毕竟我也觉得时间应该时间跟相处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第四届，我们虽然。没有办，去年没有办，但是我们有办了一个退票的活动，我们那个退票活动办在一个和平公园，圆山的和平公园旁边有涂鸦墙，我们原本的企划，我们去年就是有找涂鸦团队合作嘛，那我们就哎，那我们就去和平涂鸦，然后我们带音箱去，大家可以来聚餐跳舞，然后现场你可以。你那个票已经买了，你来退票，所以我们那个退票的同时，你可以在演唱，大家可以退票的活动，我们也租了地垫可以跳舞。去年，因为我们大部分在那边跳舞都是 B boy， 因为我们朋友 B boy 比较多嘛。对对对对。学校在那边跟我们学 breaking。哦。对。乱玩啊，就乱搞，就乱玩啊。对，但是因为我以我刚刚形容的学校，或是我们生活圈差这么远啊。去年我就觉得，学校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好像可以比较可以玩在一起，真的像朋友的互动，而不是因为原本在做这个，我的心态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团队，然后也其实像是公司不同，但是我必须要先讲说，我们当时请学校来，其实就是有点把学校当做顾问的角色、因为学校他看的面向跟我们不一样，他而且说在他认识的人。在圈里面认识的比我们多太多，我们只认识 B boy 圈，那学校的认识的人太广了，所以他是我们的顾问。然后，等到去年我们开始可以玩在一起，然后今年开始我们会有更多的讨论，所以才变成现在这个。真的是一个契机，其实就是一个机缘巧合。对对对，而且就是一切都是好的。刚刚讲的就是说，像学校一开始的考虑是说，希望可以至少说能守损益平衡，才要办这个活动。你知道这让我想到一个什么例子吗？柯文哲的社会住宅。我知道这个有点离题，但我这个让人理解。我只是举个例子，因为柯文哲那个时候他盖就是政府台北市政府要出钱盖所谓的社会住宅嘛。社会住宅的用意呢，他是要保障穷人家。对，但是呢，柯文哲就说，你们要那个成本要自负，就你盖完以后，你的租金要能够损益两平，就不要让台北市政府花到钱。他才要他，等于是他有这个目标为前提，导致于那个社会住宅的租金很高。但是当然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租，可是问题是。会租得到那个社会住宅的人，就是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对，这点是你变成是你不是原本要照顾弱势的这个用意，就做出来了以后，反而跟原本的跟原本用意对对对对，所以他如果已经预设说，我一定要赚到钱，或者说你不要害我花到钱，当然是你还是盖得出来，你还是做了出活动，但是问题是那个跟你原本社会住宅想要照顾弱势的那个用意就不一样。也许我今天盖了一个社会住宅，但是它租金很便宜，导致于台北市政府平常我要自己丢钱去养这个社会住宅，但它可以照顾到更多弱势的人。
这才是我的本意。所以等于说，就有点像是你到底做这件事情的本意是什么？还是你要用钱为前提，不赚，不要亏我钱才要办？哎，白兰哥说你是柯文哲。哎，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不是，没有没错，我解读错了，我只是举个例子。先我来帮忙讲，就是这个是务实的导向。我喝了，我喝了。哎，你们这样讲像柯文哲是贬义词，你这样子哦，哎，没有没有，我两天前黄安被人家举报说你长得像黄安是有罪的哦。啊，真的假的？所以黄安现在变法院认证的贬义词，他是行业法院认证的，你长得像黄安是有罪的。所以我不希望说什么，因为以这个角度来讲好了，就是你的 TA 在哪里不一样啊？如果以啊，对不起，对不起。如果以2000二的想法是，因为2000二是推广者，对，所以对我来说，推广者他觉得我付出的东西是可能他是比较偏长期的，我长期才会看到我可能会得到的一些，不管是心理的感受也好，或是更多人喜欢这文化也好，那我的金钱短暂的金钱上的损益不是我现在的要求，但是如果以如果假如说学校可能也是推广者，但是我这样讲有点过分好了。House 不是只有学校一个人哦，对啊，我今天学校，我说的，我今天是学校，我肯定会有逃避的心态。反正我不推广House，还有小颖啊，还有小陈啊，还有巴拉不在了，对不起，就是我的那个按钮，对，就是按钮，就是这个想法，就是说，哎，那我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要尽好我的本分，我不是以推广者为去的。虽然我很喜欢House，我也希望大家都喜欢House，但是我会更希望推广的后面一点点就好了，因为不缺我这个东西。但是以我刚刚听下来的2000二的想法，哎，对不起，我都叫他2000二，对不起，我乱叫。现在节目上面打就 Jacky， 对啊。以 Jacky 的想法是，因为他会有，我觉得如果在我的情况就是，我今天如果今天是 Lucky 第一个人跳，我也会希望大家一起来跳 Lucky，因为 Nobody 了，已经没有其他人，那我会希望更多人。那所以为什么我会刚刚很想问说，你的担心会多大？是因为我能想象。2000二的想法是，干，我这个真的会有人吗？一瞬间变这么大，我的 TA 完全不一样，要有这 hiphop 的人，要有 house 的人，hiphop 的人，locking 的人，什么什么什么，他真的会来吗？来之后，我有没有办法去 handle 这些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还蛮，我嘻哈，破音，破音，嘻哈岛的成功对我来说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很佩服的是他们两位，因为这些事情是。基本上前无来者啊！我比如说以活动，就是毕竟我也是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活动，其实嘻哈岛活动要挑缺点超多，问题多，但是问题是呢，去参加的人所有人都是好评。哎，我这个今天我那个有学校的学生来说，哦，那两天好像嗑药一样，就在那边，我回来超不习惯的。对啊，所以我的听到的都是好，就是广受好评，广受好评，有趣的人都是好评。这个我心里面有个解，因为我每次都会开一个检讨会嘛，每年都有。我们都好，等一下再趁这个中间的，哎呀，今天怎么卡卡？哎，怎么 Candy 也说卡卡？对啊，今天是好，我觉得应该是 YouTube 的问题耶，因为今天 YouTube 对，不管，反正我就踢给 YouTube 了，反正就是大家就是。稍微忍耐一下，对，又不我们这边。如果现在看不满意的话，也可以换看后续也没有关系。对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趁这个中间，这 Jacky 要开始解释那个西雅岛的部分呢，我先切换一个画面，不是、啊，对，好来，那个我今天原本想说，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纯聊啊，大家可能对于西雅岛这个东西也没有概念，也不知道。哦、你找一些照片。对，所以我就上了那个 The Joint 膝关节的粉专呢，想说，哎，我找一些照片，挑一些照片来当那个就是。幻灯片轮播嘛，就让大家可以想回忆一下当天的现场的感觉嘛。结果看一下，哎呦，不错哦，其他那个他们事后活动后有整理很多相簿嘛。我想，哇靠，林老师有16个相簿，然后每个相簿里面都有200-300张照片。然后呢，我本来想要一张一张抓，你知道，我本来想一张，然后后来我想，干这不行，我要上网 Google 查说什么批次下载 Facebook 相簿全部下载，我把全部的相簿全部下载下来以后，然后呢，因为下载下来就画质比较差，但我只是网络上轮播嘛，我下载了4000多张照片，辛苦。然后呢，我们的直播呢，假设。有3个小时，然后我3秒播一张，我3个小时还播不完。好，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旁边的播的这个照片，就是活动当天现场的一些一些画面。有去参加的呢，可以看画面回想一下当天发生什么事情；没看过的呢，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说当天现场是长什么样子。好，那我们先回到那个Jacky 这边。对。哎，我刚刚讲什么啊？我刚刚讲就是你们有开那个检讨会，对，所以这个活动它。也许有很多问题，我自己觉得，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啊，就是收到的这些好评啊，真的都是运气好，
我运气好、嗯，而且我觉得最大的，我觉得活动的好坏评，至少以我自己的角度出发，我去参加活动也是，嗯、活动好坏评可能有一大部分是取决于你跟你的心情，是，就有可能现在主办单位做得很好，但你心情不好，你去可能也觉得不好玩、哦、啊，现在有可能做得不好，可是你去，因为你心情很好，你刚好跟朋友也处得很好，嗯、然后玩得很开心，所以这些瑕疵你可以。你也不见，嗯，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希望也是算幸运的，有可能刚好运气好，我们制造让大家会开心的幸运的，对。但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就像是在电网里面也很常讲到，就是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我自己是倾向这个，就是你就算你觉得说可能是运气好，就是各种阴错阳差塑造出了这个环境，但我觉得这个环境也是因为你们才产生的、啊。哎，那我跳回来刚刚第三题那个印象深刻啊，我有很多印象深刻，我讲一个我最印象深刻的好了，西澳岛差点要停办，好、疫情吗？台风吗？你是说台风？台风，对，礼拜六、礼拜天两天活动，对不对？礼、拜天早上差点要停办，嗯、哼因为那风太大啊！对，我想起来了，大到那个舞台还吹进海里吗？舞台垮掉，对，是活动的当天早上舞台垮掉，对，就是第星期天，然后那个舞台是演唱会的舞台，蛋堡要来唱的舞台，对对对，然后我很担心说。风这么大，没办法唱，没办法唱，今天就毁掉了、啊嗯。很多人可能是因为蛋堡才买票来的。嗯啊，对，这边是不是刚好可以提到蛋堡？就是其实这个活动除了我们所谓的街舞人以外，因为演唱会的部分，因为它其实还是有现场演唱嘛，对对对，来了蛮多饶舌歌手或者是乐团之类的，然后它吸引到了其实蛮多跳舞圈以外的人来参加。嗯，对，对，然后真的就是。礼拜天早上，我一起来看到全风云变色，风云变色。等一下，你们没有去参加的，你们无法了解到，你们可能没办法体会那个有多荒谬。就是因为你们是前几天就已经去现场，就是搭台嘛，前一天去现场搭台嘛，场布嘛。然后我是在那个活动是4月17、18，对，我是17号的早上到。然后因为他其实活动现场就布置的很好啊，就是个很 chill 的场地，然后就是有大家会有自己的帐篷，怎样一切看起来很好，但是风很大。太大了，风很大，你就觉得说，哇，这个么大的风 ，OK 吗？应该 OK 吧？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所以当天第一天我们就非常开心的各种 party 啊，然后大家闹啊，晚上就回，就是大家可能是在自己的帐篷里面跟大家朋友 chill 啊，聊天啊，很开心啊。然后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呢，风也很大，就一直在打帐篷，砰砰砰。我们就哦，这风应该 OK 啦，反正帐篷应该很安全吧？对，隔天早上，因为我们的帐篷刚好是在舞台的后面嘛，我早上5、6点，因为风实在太大，那个砰砰砰砰一直打帐篷，声音很吵。我说哦，我起来上厕所，起来一看，哎。舞台倒了、欸，我直接起来看，一照片打开，哎、欸，我们的舞台没了、欸，怎么会这样子？而且前一天，因为第一天礼拜六、礼拜天两天活动，礼拜六 party 到半夜4点。哦，对，嗯 ，party 到半夜4点，那个主舞台的灯已经掉下来了。对，它是被风层，而且是钢架这样吹倒，那个 truss 直接倒下来 ，truss 上面有灯哦、喔，然后是 party 的人把它撑住的。对，在派对的人撑住之后把这个很街舞人，这个就是街舞人，狗急跳墙跟土炮应该没有什么好怕的。这个是街舞人，完全不会怕。你想想 ，truss 是金属，它被风吹到倒下来、欸，超屌。对，然后那个我拿着酒冲过去，那个入口有一个很大的。很高的3米高的一个 truss 很大，然后挂很多沙包。然后我早上隔天早上去风很大那天的时候去，那个倒下来差点要压到我，是旁边的工作人员再把他推回去，他才又回到。所以那差点倒，如果没有那个作用，我们可能会少了一个主办人。而且你知道 truss 是空心的、哦，风是会透过去的、哦，它只有上面一块布哦，对对对，所以那块布的那个阻挡力。就已经可以让整个这么重的 truss 倒，但那风真的太强了。对，然后那天，然后我们那个我们那个地方是有那个已经搭好的帐篷，是有梁柱的那种，是很稳固的。它被吹在半空中。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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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还有谁的帐篷被吹飞走、啊？很多人啊，因为可以自己带帐篷去，所以有些人帐篷是直接被吹走的。对 对, 對，也有这样子。然后早上，因为我那天派对四点才结束。然后全部大概整理完、巡完，大概6点多我去洗澡，洗完的时候回来要睡，想说就睡到可能8、9点，对，想要眯两小。然后我回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就是主舞台，主舞台旁边的我们就医疗区阿里山帐，那个帐篷全部吹烂的、啊，没有，它是正要往上飞，我就冲过去 hold 住它，所以我在那边 hold 了大概5分钟，然后有人过来，有人看到起来上厕所过来，因为是早上没有人，对，然后过来帮看到我们因为那个还有它是下面绑的那种灰色的石砖，然后还要飞，所以我只能 hold 住它，然后后来有人来帮忙，我们一起把它收下来，这样超扯，对，天外奇迹，这个我。
看到的时候是已经是是前一天晚上是帐篷都还活着，就是然后现在我早上起来的时候，那帐篷已经是毁坏状态，被压在旁边了。对对对，就已经收完了，已经收完了。因为风大到很夸张，所以我们第二天其实也蛮惊的。然后第二天早上的那个一些体验课也都啊，对，就是临时取消嘛。对，有一些是这样。嗯，对啊。哎，有取消到吗？没有取消，都还是有照常，都有照常。对，只是去的人可能就很怀疑我到底能不能办到。对啊，我去的人怀疑我这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干嘛？在这种环境下，这样。哎，对，真的，因为早上第一堂体验课是瑜伽嘛。对，因为我在回到解释一下，当天前一天，因为他们是17、18两天的活动，所以从17号的早上开始，可能大家到现场搭帐篷嘛，然后接下来就一路的体验课，然后中午、下午就会有 party 比赛 battle， 然后到晚上之后又有 party 比赛表演，然后本来想说，哎，这样已经跑了十几个小时活动了，到凌晨还是有 party， 然后到凌晨 party 以后呢，我记得你们一路趴这个 party 的 rundown 是一路拉到凌晨4点嘛，等于是有几个舞台是不断的有换 DJ， 不断的换主题，它不断的一直有音乐，等于是你想玩就会有一些疯子永远都在那边玩，我就哇，这些精神太好了吧，我们都回帐篷去聊天聊了一两个小时出来，他们还在 party。对。然后哎，刚刚学校问我说活动前我们是在讲前，有一个超级大困难。那个我们的早鸟，我们那个定价啊，都是我会算嘛，我会算一下那个预算大概多少嘛，然后我算大概预估大概多少的人会来，然后用那个多少人会来里面的最低票价，就是我们也没有赚钱，就刚好损益打平，所以我们当时算呢，就是要2500块，1200个人来，才有办法打平。结果我们啊早鸟票我们就开了一个半月，对，到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我那个礼拜跟大家开，我说我们要倒店了，因为剩最后七天，你知道我们卖出几张吗？8张，最后七天我们只卖8张，早鸟的早鸟集那个限期前的七天，我们只卖8张，我们只卖8张，对。然后我刚刚脑袋里的数字好歹有100-200吧，对，没有，我们8张，8张。但街舞人的好习惯就是最后一天卖到大概300多、300-400张，但是还是不到，还不到一半，900张的差距，对，所以这是我们遇到最大困难，是那个这样怎么办？那个洞太大了，对啊。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开会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大家因为八那时候的资料是8张，我跟大家说，我们有可能每一个人要去贷款，而且要贷每一个要贷30万，可以吗？可以吗？对。然后大家都说可以。哇，所以这个精神太大了，哎，这个精神真的太屌了，哎，对啊，办一个活动办到倒店，对，但而且10个主办人大家都要贷款30万，没有，其实你如果在这个舞蹈圈工作一阵子，然后你也办过活动，你大概知道大家都在后面买，对，所以是，但是还是很差太大了，差将近1200张，可是我现在要讲的是后续，后续。当我们那时候可能贷款30万，可是当我们早鸟的那一天跑完的时候，我们当然也是一个有一个哦，稍微好像回复一点心情嘛。而且早鸟跑完，说一个礼拜前吗？还是就是一个礼拜，就早鸟结束的时候，就早鸟结束当天卖了300-400张。哦，对，所以不是活动当天卖400张，是早鸟结束前卖了300张。对，因为我们预设就是说早鸟，因为早鸟后的票价贵很多。对，就是早鸟就是4个人买的话就2500嘛，可是早鸟过后变3200，对，差蛮多。然后你是学生的话变2800，所以那个急剧跳很大，所以我们就预设说，希望大家都可以买早鸟，然后用那样的价钱来，对，预设说早鸟过后大概就已经去掉了，对对，因为过往的经验就是这样，所以早鸟卖多少会决定我们的生死，如果早鸟卖的不好，我们大家准备去贷款，是啊，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早鸟卖完了以后，300-400张坑。还值得我们可能一个人要丢个10万块之类的状态，就是超过不止啊，那个绝对是不止的，不止，绝对不止，绝对不止，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一直都是很紧张的。对对，然后中间又遇到原本有请卡佩拉，卡佩拉不能来，对他对，然后后来所以很刚好笑到一下 Candy 老师，Candy 老师，后来就惊喜歌王，学校就设计了一个是 For House 的群众们可以。好像当一个，因为卡佩拉不能来，所以学校设计了一个讲座，然后找了台湾的5个 house 的前辈老师来做一个讲座，跟开了一堂 workshop， 然后这些都是你有买西雅岛的票，你免费参加的活动，来回馈，来补偿说卡佩拉没办法，你可能是为了这个人来，因为这个人还就来过台湾才来过一次，而且现在有很多学生其实也很喜欢他，对对对，结果后来超喜欢的，就是
觉得哎、欸，可以听纯台湾的前辈分享台湾的事情、哦，结果反而这个更赚，没有更赚，不同的赚法，对对，免费的，没有东西。没有，我说对学生来说，就是对，虽然没有上到卡佩拉，也很多人有跟我讲，学生也有跟我讲说，他们哦上这堂就感觉很奇妙，因为他们以为是听到比如说 House 的文化历史，可是其实我那时候设计就是比较想是给大家乡土本土对本土的，他们讲的一个他们的文化的脉络，对脉络，可是这个只是带一点，他们是怎么样成长。遇到这个风格怎么喜欢上各种的，而且有这种小故事很好听，对很有趣，他们也都在旁边帮我忙这样子、啊、对办这两个、那个金鱼客说半夜 party 超爽，然后 respect 那些 party 我还可以去参加瑜伽的人，对超那个谁好像是洁皮还是谁，洁皮超屌，对超酷的，也是 party 到三四点，因为我记得我是回房间睡一下觉，要起来发现什么还有那个还有音乐声咚咚咚，我还出去看我有待到最后那个四点那个 party 散场，我有看到那些人嘻哈派对，隔天早上起来上厕所，你们怎么还在这边做瑜伽，你们太扯了，超厉害的，对，很屌。他没有就是一票玩到底，他不想亏，因为他吃到饱，吃到饱，一定要全部吃饱。超酷的，对啊。就那天刚讲到风太大，我也是，因为我那天本来我是我们有嘻哈跟那个电子音乐区的派对，就是主舞台那边电子音乐。对对对。风太大那边的那个那边 PA 那边直接跟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就这样收了？因为那风太大，对，太危险，灯已经倒过了。对对对 对, 對, 對，所以我们就放在地板上。他就跟我说，所以我最后就没放歌，少做一件事这样。对，我后来就在嘻哈派对一直跟他喝酒，在对 对，又没有放歌，对，就顾其他场就好，那边等于就省他们就收摊。对对啊，蛮屌的。所以刚刚这边本来讲什么？活动前就是哦，对，没有。然后现在到了早鸟票的结束，然后三四百张的票的收入了，但洞还是很大。对，可是后面陆陆续续都有跑，今年的状况跟以前不太一样。后面陆陆续续，后面也卖了，结果很奇妙哦。早鸟票完了，还很多人买票。我们今年呢、啊，真的平衡了。没有赚，没有赚，没有赚。有赚钱，每一个人赚1000块。对、欸、我们家至少有赚，有赚就很有赚掉了。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就是我们整个这样收益结束之后，有多10000块。10000块，可是有吃庆功宴了吗？有吃了，吃了还有10000块。没有吃了，吃了就没了，从那10000块里面吃，没有。可是不是全部都是票的收入。后来因为400张嘛，就再更积极去找一些赞助。所以有一个新北市的文化基金会。对，新北文基他有赞助我们，有帮我们补了一个很大的洞。然后那个不要贷款了耶。淡水区的一个议员陈慧杰议员，他有帮我们去跟新北文基说明说这个活动在干嘛，所以原本新北文基赞助的金额又在提升。哇塞！所以提升完之后，哇，上 buff 哎，好屌！对，我们才有1000块。这个大概是我们可能是1/3的预算所以如果没有他，我们一定是每一个人带10万。哇，那真的是要消耗新北文化基金会，新北市文化基金会，新北市文化基金会，对对对。对，这荧幕下有点小，没关系，大家就每次。但最主要要消耗其实是疫情会哦，疫情会，俊尼哥疫情会，然后现在的理事长是宜超哥，是他们帮我们去说这部分可以去洽谈看看，然后他们本来就有正职工作，他们牺牲自己的时间去帮我们去很多的部门，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状况，他知道我们真的会没办法，所以他们是丢了很多的部门，然后最后新北文化基金会有意愿义清会这个名字我很常听到，可以简单不要花太多篇幅，简单介绍一下义清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吗？义清会在西门町居民哥，他的店叫做西门镜啊，居民哥他是本来就对西门社区跟街头艺术是很有一直有在推广，一直有热情的，对，所以很多活动其实都有居民哥在后面，对对对，然后义清会的宗旨是照顾街头艺术的艺术家。不管是街头艺术的哪一个类别，义清会台北多元艺术空间青少年发展促进会，简称义清会。对，今年2月变成台湾了。哦，台湾了。对，全台湾的如果有对艺术有需要，或是对艺术不了解，然后想要有更多艺术的资源呢、啊，可以街头艺术的东西，对，可以来询问义清会。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取之于用之于义清会也要。取之于用，用之于也要回馈义清会。当然，对，这才是一个正健康的循环。对，因为我在很多活动都听得到义清会这个名字。对对对对对对。像比如说我，对啊，比如说是疫情期间，居民哥就是义清会的前理事长，对，然后他现在在义清会里面当顾问的角色。疫情期间，居民哥他自己开餐饮店嘛，他每天送物资
便当去医院。哦，有，我有看到这，我有看到 po 那个 po 文，而且都是送一百个以上。对对对对对，他就自己他早起做便当，做一百个去，因为医疗人员很辛苦，嗯、他就去送到医院去。哇，义兴会，而且蒙面，蒙面，蒙面，便当侠，对，他们都有 cosplay， 对对对。蜘蛛人啊！对对对对对，超酷的。然后那个，我真的觉得，等一下，我们不好意思，我们突然间获得了一个奇怪的资源。Candy 老师说，贷款是吧？来跟我贷，能力范围内，膝关节需要我愿意借。没拿的啦，这这没拿的哈。没有啊，这这没拿的，这这不用啊，我们努力 OK 的。我们跟 Candy 还是多喝两杯比较实际啦。下次我去 Just House 再喝酒。我们真的是先喝多喝两杯。谢谢 Candy 老师，我们 Just House 的主办人。哎，但是我真的觉得 Candy 老师，我不知道这个会在节目上讲哎。就 Ken 老师当时我们邀请他来 ，Ken 老师一毛不收，哇，一毛不收，嗯，这不是要大家比较办理，是他真的很 support 我，或是我们有在制作推广这些东西的人，他就是会觉得，啊，我就是支持，就是想说要希望你们做这些能够让这个环境更好，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帮因为 Ken 老师他现在比较少在教课，然后也是一般的可能小朋友也不认识他，但是其实他真的在 support 文化这一块，别的不说啦，所有要去纽约的人都一定要跟他打听纽约有什么好玩的，真的纽约通。对，无敌纽约通，对，虽然我还没去过，我没有机会问他，但是我所有去过纽约朋友一都要跟他打听，真的，对，就是街舞圈真的当然很可爱，大家会一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大家都互相 support 啊，对啊，第一个是互相 support 嘛，就是其实我们这局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本质都是为了大家更美啊，或是更好这个状况去做，还真的很谢谢这些其他各界的大德们，哦，对对对，大德，真的是大德们，对，来帮助我们，因为其实说实话，哎呀，这个行业就是赚不。就是那个样子嘛，就赚也不会赚太多，但是就是然后那个 Kitty 说，西门庆现在还是有在持续在提供代用餐哦，有办活动的都懂。现在淹水啦，是说西门庆吗？纽约吧，应该纽约吧。啊，纽约对啊，对，纽约这几天的淹水很可怕，飓风，很扯哎，我看到我是吓傻，我想哇，这个是怎样高雄吗？怎么这样？那是卖家，那是卖家，是卖家。现在高雄的名字叫卖家了，不一样卖家。好，等一下，来，我们把高雄放到旁边。我不知道，这几天最红的叫做塔绿班。对对对，塔绿班，对，这是政治梗，政治梗，政治梗，我们先把政治梗放到旁边。对，没有政治梗。回到我们的西雅岛，所以等于是最后等于是靠着那个就是各方的帮助，帮助，帮助，综合起来，这次的西雅岛算是有成功渡过难关。对，而且其实我有发现过去，比如说我们第四年停办嘛，然后前三届累积来的大家的好评，然后都是会互相推荐，因为其实第三届我们办在那个西门町的那个剥皮寮，对，剥皮寮办在那边剥皮寮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人会觉得啊，就是可能他当天知道这个活动，然后觉得还是想来现场。其实那一天已经有蛮多这样的舞者来了，就有朋友这样子来 support 的，就是我觉得这样蛮感动的。可是那个也因为就从那时候就有发现，然后可能过去累积的一些形象就不错，我说这个活动的形象，所以到西雅岛的时候，其实就不像一般的活动，可能早鸟过了就开始人没有在买票，反而是大家也越来越很多人讯息会丢粉钻或者在我们询问说还有没有帐篷啊，因为有可能有帐篷他可以住才更方便，可以去想去嘛，就可以心里妈的，然后前一周才问我还有没有帐篷啊，对，他是回讯息回到很累那种，回到四点然后才打电话跟。我这是陋习，真的是陋习。我承认，我到当天还在问 Jacky 肖战的帐篷是哪一个。当天我们就已经大概都已经有安排了，就是跟一年前我就帮你留好帐篷。有，我知道，我知道。我到现场，我到现场到还是对吼，所以我要睡哪个帐篷？看一下 Jacky 不在那边，敲一下 Jacky 他不会回我。你就是那个都没有准备的人啊！完全没有准备，完全没有准备。没有啦，当天其实我早上也应付很多这样的状况。对，因为我们在群组内也是在说，那请问我现在过去的话还有帐篷吗？因为我们也是群组那边看的。某程度上，我觉得那个西哈岛，因为它大部分街舞活动可能 focus 主要是学生族群，对。可是西雅岛其实它是一个对于全就等于是全年龄范围的，所以其实很多社会人士他搞不好不 care 早鸟那几百块，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他觉得说，因为其实那个时候的时间比较尴尬，是刚好又有台风嘛，等于是，而且有些时候，社会人士他比较多考量，他没办法那么早决定他那个礼拜能干嘛，所以其实很多人是到最后关头，我这礼拜刚好可以耶，那我就买票就去啦。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是这样子，对，我自己的感觉啦。对，所以就是蛋堡就去他们活动唱一遍就变金曲歌王。哦，加持！原来开餐的是嘻哈，真精啊！原来是这样子啊！神秘的传说，学长，我还是要老师。不是，是大宝早早该得了。哦，很会讲话的老师，对，闪得很快，闪得很快，主位楷模啊，主位楷模，对。
整个活动其实到那个，到其实到我说，比如说这个现在的主题啊，就是到什么困难或印象深刻，其实一直到活动前一天，我们只有在布置的时候稍微是。好像让自己放松一点，因为你那个活动前一天，我就看你们在发一些限动啊，打卡，我就觉得很开心嘛，现场好可爱。对，我们有点在那个状态下强逼自己放松，所以其实那时候你们是很紧张的。应该都会，因为我们因为其实有时候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活动跟大家的不一样在于，很多的活动不用照顾大家食衣住行。哦，对。对，可是我们连接驳车什么都去搞，对吧？就是希望大家是有好一点的体验，然后都能照顾到大家，所以我才刚才说，其实我那天第一天的早上也是一直在应付传讯息来说我帐篷在哪里，而且是各种细碎小事。对对对对，舞者朋友，然后他们说比如说吃东西啊，干嘛，就是坐哪里啊，之类的这种小事也都有，对，一直在回这些讯息。那我分享一个小故事，顺便真人我第一天那个接驳车啊，接驳车的最后一班，我很担心。有需要搭接驳车的人没搭到，所以我就走去接驳车那边看，然后等一下那个接驳车的人。然后那时候已经很晚了，因为是最后一班了，大概我忘记是10点多还是11点这样。那我就走去，然后我就看他陆续人走过来嘛，我就指引他们说接驳车在这边，在这边。然后就有一个就有很多人路过的时候就会说辛苦了，谢谢你，真的很好玩。那时候真的超级感动。然后还有人是现场的 feedback， 那种上了接驳车之后。然后我就很累嘛，我就蹲在地板上，然后他上了接驳车之后，他下来再跟我说，谢谢你，谢谢你们，真的很好玩这样。那个时候会觉得暖暖和，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些辛苦好像都是值得的，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对啊，因为那个，所以我后来我觉得这个启发我很多，所以我后来会，比如说在生活中，只要是有服务人员啊，或是陌生人啊，只要有让我觉得他的举动很棒的，我都会想要主动去跟他说。比如说我现在我去吃饭，会带小孩嘛，我现在有小孩嘛，带小孩去吃饭，然后小孩需要泡奶啊，然后我没有带热水，我请服务人员帮我装热水，装完之后走的时候，我会跟他说，谢谢你刚刚帮我装热水，然后就会看到他的那个表情，跟我当时听到的表情一样，对，然后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很好的循环，很棒的事情，因为本来好的事情。我觉得这家应该多讲。好的事情，好不好？对，这个有点类似我上次我们另外一个话题，我也讲过类似的事情啊，就是我去看 battle 那种，我觉得很酷的，背书的，我一定跑过去跟他讲，干，我觉得你刚刚超酷的，我就跑过去，就是因为我相信，真的厉害、心态健康的舞者，不管输赢都会知道自己好不好。但是有些年轻舞者，他是需要被鼓励的，他可能会觉得我输了，干，我好垃圾。你都没有鼓励过我。你我觉得也还好。你都没有鼓励过我，我还好。有啦，你之前北影知道啦，北影有几次我明明就很屌，对啊，一直打情骂俏。对，但背头还好。不好意思，背头本人不是强项，好不好？行，然后我们把冷麻将放对面。那时候收到，像他刚刚说收到那种 feedback， 然后我其实也有，因为我们第一天晚上不是到4点的派对吗？哦，对啊。然后我是亲眼见着小黑跟卡布哦。他们遇到一个人，说是10年前一起跳舞的朋友，然后在现场遇到，然后我也在路上经过的时候遇到，说就是听到两群人说，你也在这，你怎么会在这？而且他们5年没见，哇！对，我就听在旁边听到，我自己都看到这两个画面，我自己都吓到，因为好像办了一个东西，然后真的让大家有有机会多一点学量，聚寻人世界，寻人超级任务，超级任务，对，我讲了一个很有年代感的东西，对他们已经不知道是孔子的东西。其实我是真的觉得说有一点可惜，当然也不知道这个点该怎么切入，就是因为。我会很希望一些现在没有在跳舞，但以前是跳舞圈的朋友可以来这个活动，因为这很适合带小朋友来玩的、啊。对啊，但是除了嘻哈岛，我也在想到底有什么样的街舞活动可以让这些就以前曾经跳舞的朋友们回来玩。其实我觉得我更希望，比如说很多人都说，那明年打算办什么时候啊？要办怎样啊？其实我更希望，就是大家用，我相信大家如果用这个心态来参加嘻哈岛这个心态去参加很多活动，都会很好玩。是，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因为。因为心情是会复制的，如果你就是觉得这个活动很好的话，你到下一个活动也会抱着同样的期望的话，就会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感觉会更好。对，那个蛮有趣的点。我们的铁粉5656556说冷毛老师很帅，好了，给你帅，谢谢我的安慰。对，听起来这是老婆吧？是，就是我老婆现在才刚下班呢。对，雅君今天终于讲话了。我很累。听起来也蛮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目前所谓的虽然说有一段时间没有街舞活动了，可是市面上曾经存在过街舞活动，很多都还蛮tough 的，
蛮硬派的，硬派。其实大部分的街舞活动都很硬派，都很硬派。即便是大家坐，都是坐在那边看台上的表演的那种所谓排舞比赛，你是观众或是所谓的成果展的秀，它其实还是偏硬派的体验。对，就是它会比较需要你专注，对啊，你会需要专注，然后你会需要尖叫、掌声，然后你会有一个三个小时之内会把精力耗尽的一个 flow。 啊，我懂意思。但听起来嘻哈岛很有趣的地方是，它让你可以就是。自由自在的 hand out， 但还是在跳舞。你也可以很 tough 的在玩，但是你如果 tough 的累了，我就旁边休息。你可以在旁边坐着，然后趴着这样，就是在那边很废，对，草皮上发呆这样子。这蛮其实很靠近跳舞一开始的样子，对，而不是现在我们精致化因为现在精致化都变成精致化，精致化之后很多东西，譬如说你活动要有流程，那你要精彩，你要精彩就是要压缩休息时间。你不能让人家那么多时间没事做，可是有时候有些体验是要让人家废废的时候才会有那个体验。哎，对，这是真的。对，嗯，没有，还有一个点是互动性，我觉得啊，跟没有现在的街舞活动跟我刚开始参加的时候不一样。我刚开始参加街舞活动的时候，大家结束会聚会，大家会在外面一直定点聊天，定点聊天跟东区茶街啊。没有，不只是这样，是大家会更联系在一起，会出去吃饭，会觉得好像重点在活动后。现在变成是会觉得好像是。我跟上班打卡，我现在常常觉得舞蹈圈的活动是同事们聚在一起做一件事。哦，同事，啊，同事这感觉好像，可是不是朋友。嗯，可是我在高雄的活动，在台中的活动，在哪里的活动？哦，他夸我，他就没有讲台北，台北人，台北人，因为台北不是啊，台北因为台北不这样啊。对，台北。我在其他地方是活动完，我去高雄活动。全部活动参与的人，大家会说：“哎，等一下要一起吃什么？”哦，这个很奇妙。我大概十年前回，因为我是从20062007回台北练舞跳舞。我也觉得台北的环境跟高雄环境差超多。嗯，我们以前的话是，约早上七点练舞，还去科工嘛。去完科工之后，广昭英之后，大都会，大都会之后才会回家。它是一个超级长的带状流程，对对对对。你会跟这些朋友联系很多。哎，台北以前我一回来的时候觉得超奇怪，为什么是两点到四点练完舞之后大家鸟兽散？我就说哇，超奇怪！我一开始回台北超不习惯。哦，对，所以我每次都说，讲说张博玉啊、阿破啊、海中剑拔他们，或是一楼，我们就会讲说，哎。高雄怎么跟大家不太一样啊？可能台北的步调比较快，我觉得。对对对对，没有，我觉得台北的人目的性都很强烈。哦，对，目的性。他去一个活动要拿到某个东西，然后结束。嗯，对。可是没有高雄那时候没有目的性，是在玩三国3.7D 哈之类的。Old school。对 ，Old school。所以就是说，活动要办在那个交通越不方便的地方越好，关注跑不了。像那个像我们办的地方超远，对不对？对啊。超远，那个还要接驳车，你想跑都跑不掉。淡水捷运站到那边还要半个小时，对那种地方，杀人气势要有点像借由一个活动，然后搭关在这里，对对，然后大家都一定非得要很多的互动。西雅岛那个地方啊，就是台湾地图，你看那。台湾地图最上面不是有两个角吗？的其中一个角，其中一个角，就台湾地图上面那个角，其中一个角就是西雅岛那个地方。那很像是我以前办营队活动的时候，有一个重点是，营队活动其实里面你并不一定要把大家的时间全部排到超级满，但你必须要让人家跑不了。哦，对对对对对，你要让人家跑不了的那个营，就是虽然大家会觉得营队活动有很多时候可能就有点废，就是它不是那么的密集的，对对对，然后没有那么多很庞大的资讯量，它的重点呢就是把你带出去，然后在那边废。在那边就是不一定相处，在那边相处，因为人跟人之间相处不是说我冷毛跳一 round， 我跳一 round， 这样叫相处。他是我们都跳完 round 之后开始在旁边叫着啊的时候，这种才叫相处。哦，对啊，我其实有时候也很怀念那时候的样子。对啊，因为可能我不知道有点，这会不会是职业倦怠？陈导要跟人讲说是职业倦怠，就是同事感很重。对，我其实会觉得现在因为过了一个疫情，我反而也有不一样感觉啦。当然，可是在过去的这五到七年是我开始在教课工作的，我会更觉得这个样子。哦，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疫情不错啊，让人对对对很不一样。之后，假如我们回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能那时候因为很像那个啦，就是我一直在付出，假如说教课也是一种付出啊，还是怎么讲？你能量是一直被消耗的，疫情反而让你可以慢慢慢慢回来，还有之后到时候我，所以我就讲说，以后一定会是爆发式的跳舞。哦，疫情我好难想象，疫情到时候就是解封以后，大家可以正式办活动的时候，大家应该所有人都跳。我猜一定一个人第一场比赛，然后疯狂受伤。对，不是，就是一把。对，直接但我知道，我那天的活动我要去卖护膝，哦，赚。没有卖保险，卖保险还好，卖保险不过大家会出事了才会想要去买，对，医疗用品一样。正妹来了，哎，正妹来，哎，元豪吗？对，元豪，对啊，元豪。嘻哈岛是大型嘻哈文化体验营，666。
没有，超爽。对啊，我好哇，好久没看到元豪了。对啊，我们最近还是有在群组聊天啊。对对对对对，都一样都一样。最近每次我只要遇到街舞，就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所有人都是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我大概这两三天就除了你们两个以外，就平常都见不到街舞人啊。我不算，是不是？我不算，没有猛啊，没有猛。哦。然后那个正妹说，那个学校最近有在晒日光浴吗？没有，他最近在冲浪。变黑了，对，太黑出来。你看街舞豪跟我讲的一样吧？对啊，差不多啦。对啊，因为我上天在冲浪啊，所以解封之后应该就有豆去躲，有去冲吧。对，前两周没有，十几号才开始。对，那我有个问题，你们冲浪还要戴口罩吗？上岸要戴，上岸要戴，上岸要戴。对，我很累，好累啊。对啊，对啊，还是蛮喘的。但至少在海里的时候，对对对，海里不用就觉得，因为一开始还讲说要在海里啊，海里前几天的时候，然后之后我就好，我忘记是不是有人去反应，这是享受在岸上窒息的快感，超可怕的。我只是觉得这些官员在想什么？为什么在海里要戴着？对啊，对啊，就一样啦，就是滚动式调整，他得要这样子。就台湾的法律对海是比较不友善，没错，我是海不了解山跟海这样啊。对对对，慢慢来啊，你要了解海才能征服海啊，海龙王彼得，海龙王彼得。好嘞，对啊，所以我们刚刚的主题是讲说活动前有遇到什么困难或印象深刻，因为你们刚刚中间已经提示有聊到我们下一个主题要聊的东西，下一个主题就是讲说呈上活动正式举办那两。天有遇到什么意外支线？刚刚就讲到了，讲到我在蓝帐篷，对，舞台早上六点半，舞台炸掉。我是看着天亮，我想说，我为什么要办那么辛苦？开始怀疑人生了，真的觉得没有，因为我那两天是真的，因为你在办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或是在做一个好像在做一个工作嘛，所以你是一直把自己的肾上腺素或是怎样的精神状态是拉在那个level，所以我等着我们一群人等于是全部的人都拉在那个状态，是睡觉也是。对，所以我是你们睡得着吗？睡还是有睡着，因为太疲劳了。我分享一下那个，对，就是这种活动到极限状态的睡叫断片。哦，对，就会觉得我会就是回到就是譬如说床位，然后就给自己一个指令叫做睡着。哎，八点了。对对对对对，差不多。所以我那个我帐篷旁边我脸旁边的钉子被吹飞了，然后帐篷是一直啪，一直打脸，一直打脸，打脸打被打了一个小时起来了。对，差不多是这样，就蛮累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陈学要是可以忍受这个扣打是一个小时。我以前雪球，我喝醉的时候雪球狂打我，太屌了。对啊，因为。哦，那这样想起来，就其实你们真的很辛苦，因为这活动是你们的心血结晶，但其实你们是最没有办法享受到它的。嗯，可是看到很多画面还是蛮好的啦，真的有当下是其实是获得很多感动，可是没有办法来得及消化，就马上马上下一个，一定是这样。主办方通常都不是当天办活动，都是活动当时最不爽的人，真的很累。因为我们至少以我现场的享受那整个活动的感觉，我是一直可以体会到你们很辛苦，所以我都觉得各种的小失误，各种的小状况 ，OK 合理，没关系，小事。可我真的是我的情绪方面啊，那两天的情绪，三天跟三天，我们因为第一天场部嘛，对，所以我们三天的情绪，我其实是一直就是很那样，很紧绷，对，很紧绷，可是一直有吸收到一些画面，然后很多邀请来的舞者，请他来教 workshop， 请他来参加那个二对二的那个 battle， 各种的舞者朋友一直给我很多能量，然后所以一直有觉得不错，可是一直到我真的爆掉是结尾的时候，就我们第二天全部收完垃圾，我真的是就是。直接灵魂抽空，没有，因为哦，没有，其实不是收垃圾钱，是应该说收垃圾钱。我在里面就说，我看到他，然后大家还在忙，我跟他说，我一定要吃个泡面，我才去。对，我真的是，我不知道火要发在哪，就是很太累，很堵了。你就做一件你想要做的事情。对，我现在就想要这样子，我肚子太饿，我什么都不行，这样子。我就是要吃泡面。对，我就跟他说，我可不可以吃这样。好，你先吃。哦，我有这时候有说，先说，对，没有，等一下再说，先说完垃圾，吃什么吃啦？吃什么？搞什么啦？可以先说大家要做事。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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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群的真是。你知道这方面的味道会散到大家，大家都吃怎么办？对，没有。可是其实这五年来工作，就是大家一起合作做这个，是他一直蛮。对我蛮体谅的，对，一直都对我蛮体谅，包括我甚至跟他讲说要退出各种的东西，他一直都是对我很和蔼可亲的状态下在跟我回应，包括没有不止哦，是我因为我以前有出过很多包，因为我过去就因为我刚刚有讲到那个折这个怎么讲收益各种，对对对，观念办活动上观念的出发点或是做事情的态度不太一样，所以我其实蛮会有一个。我好像没办法全心投入，所以我没办法全心投入的状况下，就出了一些包，是我没有 focus 很状态很好的，对。然后
他是都对我还是讲得很和和缓。等一下，题外话，对啊，刚刚不是有个人肖玉章刚刚不是打给我吗？他直接在里面去发问，罗哥的声音要怎么去报复别人？这个直播你们明白吗？没有，罗哥完全是别的话题，别的话题，因为他们那个认识麦炫明天啊，这边也顺便打广告，所以我们没什么，就认识麦炫明天也要直播了，然后他们现在可能在现场做测试，因为他们有说，他们如果自己可以克服了，就不用 Q 我去现场那个支援，对，结果现在还是要进视讯和整合、啊。对对对，他说罗哥的控台声音如何进到 OBS 那个控台的声音，你们那边有另外做收音吗？等一下，我待会打给你啊，我等一下打给你啊。就是摆到现在还是不想理你。对，我现在是不想理你，我待会打给你啊。对对对。好，我来回应一下肖战老师。师傅好屌啊！对，我现在回答，我现在也是蛮状况外，所以没办法回答了。對對對，好，我先回到那个体量的部分。对，哎、欸，体量，体量哪个部分？那个2200，这 Jacky 看。啊，Jacky 很麻烦呢。对啊，所以那两天就是大概其实主要就是风大的问题嘛。对，风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哎、嗯欸，那天讲说你们要，因为你们的，我提问一下，讲说你们，因为你们有涂鸦，还有什么瑜伽，你们这样子，工作量会不会很大？你们十个人 handle 是吗？工作量很大，一定超爆大的嘛，非常大。而且比如说，其实最担心的是安全问题啦，因为那边靠海。我可以问，先猜一个，当天整个岛上除了工作人员以外，有多少人？我说参加的人吗？对，参加的人。应该有1000。1000。哦，哇，操，差不多。看资料是大概1000。而且这1000个人不是像可能你，如果我们今天办街舞活动的话，搞不好是大家在一个场馆里面，或者是一间 club 里面，不是，他们是散布在一个半岛上面。而且他们十个人要 handle 这1000个人2天。对。人均服务人次100人。对。哦天哪。100人，我觉得人次搞不好200-300哦，一个人。对啊。对。然后的安全问题很担心啊，很怕。半夜大家喝醉，然后会掉下台，意外，对对对，其实是蛮怕的。真的最担心的是这个，其他的都我觉得都会先 handle 不住啊。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没办法承受。这个直播真好，还能帮朋友解决技术上的问题。我回答，我没有解决，我没有解决。要记得帮忙回答，帮忙回答。OK， 对 ，OK 的，可以的，对，好。所以其实那两天的意外事件，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要提到你们再想得起来，不然我觉得你们那两天应该是太多奇怪的支线了，所以其实你们现在应该想哦，对啊，还有后门被打开的事情，后门被打开，还有那个啊，还有那个水管被踩爆啊，啊，对对对，对对对，被踩爆，然后我在那边一直擦地板，对，我设计这一题本来就是要讲这件事情，水管被踩爆，就是那个时候呢，他们在有一个会场，就晚上，哎，刚好就是现在画面上差不多这个感觉，第一天晚上的赛制的，第一天晚上赛制呢，它就是在一个算是营地中间，草地那个草地上，草地上，然后他有铺了那个黑胶地板，让大家在上面 battle， 然后 battle 在正嗨哦，常常在 battle 说，突然间我在旁边踩着，哎，干什么？地上都是水，然后我想说，干，旁边怎么在流水下来？然后说是哪里有水龙头没关什么？就走过去看，哦，干，这个我克服，因为我本来想说，如果说水龙头没关或者怎样，我可以帮忙克服嘛，因为你知道工作人员就天生叫工作人员，想要帮忙克服，过去一看。这个我克服不了，我赶快打电话给 Jacky。那我看到一个路旁的一根水管，它是断掉了，直接在喷水，被踩断。它不是那种塑胶水管，它是塑胶水管。可是塑胶水管，如果说你是什么头之类的就算，它是水管的中间被踩断。因为对啊，我先自首，我以前曾经在家里的顶楼，就是很小小屁孩 gay 啊，在顶楼在乱跑啊，结果把顶楼的那个就是屋顶的那个水管踩破。哇。对，结果因为吊起来打，不，你以为只是可能了不起把那个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水龙拴紧就好了嘛？对，没有，我踩破了是那个所有的汇流的大水管，它整个大水管在那喷水，我就哥，你老师这个怎么办？就直接宕机。对，然后后来好像是叫水电工来修的，前前后后被吊起来打了。对，被吊起来打，反正前前后后弄了2-3个小时。我那时候我一看这水管，就说哦，干，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处理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别的赛事，你好像暂时不是评审，你是主持人还是什么？对，是别的赛事，是别的赛事。然后他就是他，我就把这个叫过来，这个该怎么办？然后我们现场就不知道，因为那个就是在路旁一个小小水管，但是因为他被踩破了，所以他不断的喷水，然后水一路流到会场哦。所以我们有到黑胶垫的下面，对，黑胶垫下面，然后等于是旁边的路，本来坐在旁边看比赛的，大家会看，哎，干这什么东西啊？对对对对，你看。
陆陆续续那个刚刚这什么东西的人开始慢慢蔓延，开始散开，病毒的感觉，哎，这什么东西？对，大家说，哎，怎么地上湿湿？哎，然后就开始有人在解释，哎，旁边那边漏水，那边漏水，那边漏水，这就是大家开始解释，然后就是。好像到后来有中急处理，对，紧急处理，好像是拿个什么什么东西先暂时。没有中断哦。对，中间紧急处理方法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用手把它压住。我就看紧急处理本人，紧急处理本人。说实话，没有我的手，我的手把它压住。然后我拿毛巾再擦黑胶垫，这样。对对对，他在擦黑胶垫，然后现场就是一团混乱。然后那我想到说，哇，你们这个，因为当时我知道的状况是，你们的活动应该是很容易赔钱的状况。我说，哇，这个活动都已经这么惨淡经营了，还把人家场地都给搞坏。对对对对对。道理，而且那时候那边都是电线哦，对哦，因为那边旁边是控台嘛 ，DJ 台啊，什么线都在那边，都在旁边，对啊，蛮危险的，对，那才是真正的电影。对，你看都已经是这么荒谬的一个活动了，你看风又大，然后怎样怎样，你看还被水管踩破，你看是什么奇怪的状况？所以我真的很厉害啊，就十个人 handle 这件事情，对啊，超屌，什么鬼啊？所以其实有听过一些朋友跟很多朋友聊天，他们可能去过其他活动，其实也都知道这个状态的活动其实是要有。办活动的公司哦，来帮忙去经营，我们可能是出脑去概念去丢就好。可是，所以听过的，我连问记者，记者都这样跟我讲。我上次去台东的时候，遇到那天采访你们那个八大的记者，哦是哦，对我才认识他，因为我那天没有被采访，然后他也就跟我讲这些，也跟我讨论到这个。一般出来这应该都是活动公司，对，然后这个层级的活动，然后结果我们是十个人，这真的很街舞，街舞这个真的很街舞，这个真的很街舞，土炮硬干，土炮硬干，重点是。就是要还要对很多政府单位，有什么警察局也要来啊，消防局，然后要写很多公文，然后送局什么。你们那时候送那个就是建筑局审那个舞台吗？没有，因为那个还不到，没有那么大，没有到那么大，对，没那么大。有继续科普说 ，battle 前还要用布擦脚，对，因为那时候 battle 两边嘛，有一边的人上台前要先擦脚，因为那边是淹水。我还拿小品擦汗的毛巾来擦。小颖也跟我说没关系啦，那白色那我很多啦，再买一双。小颖好可爱哦、喔，佳佳可爱。那天这次现场这个都很荒谬，很幽默。那你们有吸引到很多非 dancer 的群众？有，因为那个啊，涂鸦团队，涂鸦团队啊，所以他有找很多吧。然后那个啊。那个 question mark 问号、哦、问号有很多他的粉丝、嗯，对，他帮我们非常多嘛。问号是一个 DJ，、嗯、对，然后他在 Twitch 上面直播都很多人看，1000多人哦，对，然后还有都是他粉丝、欸。那时候蛋堡已经是做任性的人了吗？已经做了，做了，已经做了。四月对，今年四月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很多电，有很多听众啊，有很多音乐的听众。对，其实除了蛋堡之外，像 RPG 他也有很多粉丝啊，然后小人也有很多粉丝。对对对对对，然后对，还有那个。金阳算是街舞圈的，他们算街舞圈的，嗯、对啊，大家都蛮色。我觉得那天活动真的就是出现各种各式各样的人、欸，嗯，对啊，很有趣。而且其实我们也是现场才有发现有很多舞蹈圈的以外的人来，嗯，所以其实我们当下之前是不知道的。哦，所以我们当下、哦，我觉得 Jacky 会知道，就是应该会有很多其他圈外人。我预设了，因为我们找很多单位，比如说我们还要找街头艺人，对，嗯，对，然后还有找音乐圈的，然后也有找独立乐团的，嗯。对，所以本来找的单位就多，他们亲朋好友稍微破一下文，可能就、嗯、那个有点像是，但是预设是希望，可是也不确定会不会受众这样嘛。因为本来我们的主题虽然说搞得有点像音乐季，嗯，可是主题还是我们不是嘻哈舞蹈季更适合，其实有点像这样，嗯、因为它音乐是一个附加，舞蹈是一个更重要的体验，对我们的生活状态或文化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嗯、对吧、啊？对，好，等一下，来，既然说我觉得活动现场的状况已经到这边了，那我们来直接切到最后今天的最后一个大主题的部分好了。来，最后一个大主题，来，结束至今快要5个月了，有没有或什么感想或话想？因为时间过，哪次你们活动办完的那，因为活动现场其实应该也蛮多机会有 Q 麦克风让你发表一些话想法，但我觉得活动当下的感觉跟你活动结束后应该是脑袋都还在很混乱。那现在过了5个月，你们现在对于这个活动有什么？话想说吗？就是我怎么可能会做到这件事情啊？我的想什么？还会想办吗？我先回答后面那个。哦，先回答后面的后半段、就是，会不会再有下一届？这个要明天才会知道。我明天会开会。哦，明天会开会。明天会刚好开那个年度会议。啊、uh-huh、对，然后明天再跟大家讨论一下未来的方向。就是我还要不要再贷款？贷款有30万，可以找 Kitty 老师。然后，但是。但是我觉得西游节本来就是一个阶段性任务、嗯，它不会是一个常态性的、嗯，哦，因为我们本来你说膝关节还是嘻哈岛，膝关节，整个膝关节，因为本来膝关节它就是为了推广 rocking 跟 house 嘛、嗯，然后成长成现在这样子，变成一个以互动性为主题来做各种活动设计的活动，哎、嗯欸，我们觉得
阶段性任务有达到，包含 House Rocking 的人数有成长，嗯，然后大家在这个活动里面的互动变多，嗯，因为如果你看 Rocking 就知道它是同时跳的，它是一个互动的舞蹈。对，以我这个年代来说，叫做战斗舞。战斗舞。你好 local 啊！在我这个年代，台湾霹雳舞协会啊，就后天蹲蹲蹲这样子。来个大老鹰，蹲蹲蹲的。就是我们那个精神有点像是借由办一届办一届办一届，然后慢慢发现，我们现在变这个样子。嗯，对，所以未来会变这样。其实中国用语摸石过河，摸石过河，摸石过河，走着瞧了。延伸到前半段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话想说？就是。其实我觉得最希望的，就希望我觉得希恩姐如果说真的说要有什么成就的话，最我觉得最棒，我理想中可以达到最棒的成就是，大家看到希恩姐，来参加希恩姐，觉得希恩姐或希亚岛很好玩，我也想要办一个好玩的活动，我心目中好玩的活动，处处开花。所以到最后，我们大家都有很多好玩的活动可以去，不会只有是嘻哈岛一个活动。哦，对，这样子我觉得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就是希望多挖几个洞给其他人家来跳。对啊，我觉得活动好玩，跟规模大小不一定成正比，不一定，但是未来可能。各国就会觉得，台湾的活动都很好玩。我们要参加活动的话，我们要去台湾。那可能是一个我觉得最棒的状况。现在其实已经有陆续这样的感觉了。因为有很多国外的舞者会蛮羡慕看到台湾的状态的。还可以跳舞，对，还可以跳舞。不只是疫情的关系哦，跟疫情不一定有关系，是他们看到了会觉得，或是来过了以后参加台湾的活动，都跟我们说台湾的。就是舞蹈活动的精神方面，或是各种好玩的程度规划，因为就我出国的经验是，那国外的人办活动是他妈烂。大概日本人会比较精准啦，其他的对，其他真的很不好。可是我要补充一下，我刚刚讲那段话，不是说台湾以前活动都不好玩，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就是因为如果刚刚我看你怎么圆呢、啊？不是，我来帮 Jacky。不是，我意思是说，比如说像以刚刚大家说，希望你好像做了很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好像前像刚刚冷毛有讲到嘛，以前没有。可是我觉得未来如果有更多是我们都没有参加过的活动，那个就会有一个新鲜的体验，是啊，然后那是你心目中觉得，我觉得这样子会很好玩，你把它实现出来，然后我们去参加，也可以感受到你的那个精神的这种活动，我觉得这样子很棒。对啊，过往很多有历史性的活动，它会存在一定有它的原因。当然，对，所以没有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就是这个阶段刚好有嘻哈岛，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很 maybe 是一个很酷很棒的活动。对，那我刚才也没有否认说其他活动啊，你看我刚才 DU 也是喝的乱七八糟啊。对啊，我刚刚也在聊 DU 啊，跟他聊的是对，有聊到 DU。对啊，一定会聊到东区啊、茶霸啊、走啊、打。我们也是，我们如果没有参加过好玩活动，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好。是，对，绝对是的，对啊。你有过经验，有过体会过？这样算安全下装吗？给过，有过有过，流汗，行，我觉得借由那个，我们是以舞蹈为出发嘛，所以借由舞蹈为主体，然后让大家看到舞蹈身旁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情。那如果借由这些好玩的事情，大家也觉得我可以去制造生活中好玩的事情，让很多人知道，那超酷。这有点像吴伟那天讲的嘛，就是舞蹈本身就是有某部分的娱乐跟娱乐存在啊。如果这个东西本身是好玩的，它就会一直跟着大家彼此一直要玩这个娱乐。然后有没有话想说啊？我还要。就是要笑闹一下一些人，比如说这个活动，会变成这样，西雅岛这个活动会变成这样，来参加的人，我们邀请的人，他愿意来参加，他愿意变成的，比如说像第二天的那个邀请赛，那个前后边，我们是真的给非常微薄的车马费，但他们那些前辈们愿意从，比如像九把从台中上来。他那场表演完之后，他 battle 完之后，他再开车回台中。哇靠！就怕没有喝爆。他没有，他再开车回台中。要工作。对啊，然后像跟我们合作的那个涂鸦团队 Kiss Jam， 他们也是每三个月会办一个免费的涂鸦活动，然后找全台湾的涂鸦艺术家一起去喷墙壁。你不了解涂鸦的话，现场免费教你。就其他的艺术也有这样子的单位存在。是。那如果所以我特别笑到他们，是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如果你想要接触的话，其实台湾有很多这样的团队。然后你是，如果你不知道啊，也欢迎大家。如果你想要接触这样更多的团队，你也可以私讯膝关节，我们知道的资源也会丢出去。对啊，像 Kiss Jam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也是因为 Kiss Jam 我才认识涂鸦，我现在也开始在玩，开始在玩，开始在画图。而且你知道我是色弱，我变色力异常。
然后从小画画被老师笑，所以我是不碰画画的人，一直到去年2020年认识 Kiss 卷之后，我才开始画画，然后我现在喜欢涂鸦。哦，可我因为我现在有没有想说，我认识了 Kiss 卷之后还被他们笑，没有变这样，还是没有变啊。因为你也知道我就是负责要吐槽担当嘛，还是要这故事一脉相承。就从以前刚开始开会，然后听他们说哦，接下来回家了，可是后来开会变成是听他们说，哎，我们等一下去哪里吐。哦、oh, ，对他们去开会结束，他们会说他们约去哪一个和平公园或哪里，跟我们约去哪里练舞有点像。嗯，可我们那开会是11点结束，然后约去再去怎么样？啊，那就嘻哈嘛。对，就一直在做这些事情是很有趣的。不会啦，至少很真香，不是打开桌子还是把麻将摆好这种东西。就是要把地址拿出来讲出来。哎、欸，我五个月没打麻将了。对啊，哎、欸，刚刚金鱼可可，哎、欸，金鱼可那天应该是有很好，就是我完整参与完。他说蛋堡上台的第一句话是说，我第一次在风那么大的地方表演。啊，然后那个同场表演的小人也讲这样的话，然后 RPG 也讲这样的话，大家都说哦，没有在这风这么大的地方唱。所有人都很在意风很大，不是那个风大到那种程度的时候，真的是蛮人生体验的，对，解锁。而且他唱歌会有影响啊。对，会风声，会风声，所以那个 vocal 出去的时候会。但是像台 hip hop， 我觉得就很闹了。像台 hip hop， 也没有就很 real 了。我觉得很多东西是那种第一手体验的很重要，对、啊，原汁原味，第一道酿曲的概念。所以会不会有下一届？现在还是要等明天开会。哎、欸，而且那个刚刚小老板，然后那个 PhD 可以集合起来，哦，仙女可以集合起来。表演我真的超级感动，你很久没有看到，虽然你没有去了，对面那个没有去。我刚刚跟他们解释过，我为什么没有去。有理有理，有事啊有事啊有事，对对对、欸、对对，我有解释过了。对啊。哦对。所以你说我们团，因为我们团那时候就是你也知道我们团的行动力偏低嘛。而且大家、欸、我问一下哦，这一场表演之前的最后一场表演，该不会是跳绳吧？哪有？哦对，我现在哦有了，还是有一些学生场的表演了。我没有学生，如果以那种。如果是以扣掉学生场表演街舞场合的邀请活动，跳绳，跳绳跟林波舞是我们的经典代表作。南部一个大就是最知名的街舞 Locking 街舞 battle， 对 Southside Station， 然后就请他们当表演团体，然后因为他们表演那个以后，然后那活动就取消，就再也没有办过。我先讲跳绳这个概念，我们那时候觉得很酷，可是我们找不到时间一起练，因为我们有买大绳，该不会到时候都是一直踩绳？不是，他们现场硬上啊。不是什么现场，我们前一天有下去先练一下，我们有前一天先下去练一下。对啊，诚意有道理。还讲那么大声，前一天才练，还讲的好像我已经练很多了一样。我们已经有先，我们前一周就说，哎，这样下去不行了。所以我们除了跳绳之外，我们有再加一个凌波舞。对，所以我们差不多瞎，差不多瞎，瞎透。哎，不要这样子，我们团就是才艺表演呐、啊，而且就是阿泰也没有跟我们那时候就说。反正没有钱嘛，我们就这样看。四块老人团，四块老人，可以可以可以。哎、欸，我那时候有退他们评审费，好不好？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好，我们先把烧赛放到旁边去。对，好 ，OK， 来，所以我们今天的嘻哈岛的访问就差不多。还没啊，还有学校，还有学校还没讲。哦，对对对对对，因为刚补充完，我想说学校可能没什么话想讲。你干嘛这个样子啊？我不知道，等一下有什么话想说。哇，干，刷赛，我的访纲早就给你，没准备，王八蛋。这真的太难了，因为会觉得，其实会觉得有难得，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超想感谢大家，疫情这件事情这段时间都不能见到大家，可是有超多的人在那段时间跟我说，好险今年有膝关节，对我其实超感动的，因为我在觉得哦，我们比如说疫情期间，其实大家都见不到面，其实大家应该多少心情有受影响，可是大家都还是会给我这些能量，然后觉得我们好像还做了一件好事，然后提醒自己说，那个应该算是疫情前的唯一的大型的活动。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因为其实我以前对于街舞活动，我自己的定义啊，我会觉得街舞中最好玩的状态是在 club 里面，差不多100人以内那种，就像 dance 有点像，也是你有时候办到太大活，它有它精彩的地方，但它不是我心目中最好玩的街舞活动。但是嘻哈岛让我觉得，原来这么大型的活动也可以很好玩。可以啊，十个人拿杆呢、啊。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1000个人去嘛，然后6个场地，所以每个场地也是100-200人。哎、欸，认真哪里都是100-200人的。哎、欸，认真是、欸，认真是、欸，对对对，真的、欸。对，有道理哦、喔，好屌、喔。没有，所以那时候玩也是，比如说啊，第一天晚上派对也都觉得，哎、欸，大家都奇怪，没有人要。休息，对，没有人要休息，没有人要休息，大家觉得好像说，哇，我休息好像就很亏爆，那条长的草原跑到、啊、第二天的草原派对，然后同一个场地，然后
到后面都是有人的，超级多人，然后奇怪，真是大家不用睡，我是很累的啦。因为第一天就是等于是我有哦，两天就是我有点像负责一直巡查，有点像这样停不下来。对，然后在那边看，就因为其他地方也有些休息了干嘛，晚上剩那两个派对场地，我就一直这样来派对两个场地这样来回，然后奇怪，就是人还越来越多。对。就是到两点了，哎、欸，还有人在慢慢来，哎、欸，我刚调闹钟睡起来，我要过来玩了。好像也有人就是可能就是對前一天的模仿的话就很放心的直接睡爆，然后睡到第二天下午干什么下午了。突然想到一个插曲、欸，就是那个第一天半夜两点多的时候、哦，然后我去门口看了一下，哦、然后就有五台摩托车冲进来啊。嗯，五台飙仔摩托车，那种改过的飙仔摩托车冲进来，骑摩托车冲进来。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分局，我们刚好有分局的那个报案备案啊。对，然后没有，本来西沙岛里面有分，就是有员警在里面。啊，我就打给那个大队长，就是那个分局的大队长。然后他就马上请员警去帮我们看。然后看完之后，他还跟我补一句，他说：“哎，我觉得你们这活动超棒的。”他说：“你们街舞人都这么有礼貌吗？”他说他觉得整个秩序很好，跟他想象中不一样。哎，等下，所以这个飙仔的事件是，是刚刚请借由这个请他们，借由这个飙仔，我要请他帮忙的时候，他顺道跟我讲，他跟我说，哎，你们的秩序很好，哎，对对对，哎，真的，那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平常遇到到底是什么样的活动，他可能预设说，就因为为什么？你知道我们下个礼拜是。春浪，所以他们预设音乐季、啊，他们预设音乐季大概是那个样子，模式的样子，就样貌就那样，其实有很多的不守规矩，有很多的犯法的事情，对，或者是荒谬的人啊，什么什么，对。然后他跟我说，哎、欸，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开心，而且人真的是超健康的，而且他说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开心，然后大家都一直在动。哦、对啊，然后没有什么违规的事情，打架啊或什么，其实他们应该在街舞人这方面真的很可爱。对耶，就是我们开开心心听音乐、跳舞、喝酒、聊天，没了就爽，就句号啊。就是可能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假如说像音乐季的东西，就可能会比较不会有。对，因为音乐季有些可能比较重金属，因为我们跳的会啦，或者什么对后摇，对后摇那什么。但是我们上次有看到一个影片，就国外有人分享人家那种就是那种音乐季活动现场，一群人现场打、欸。就是他们是因为那个是可能是我不知道他们、欸、他们文化好像是这样，他们的音乐那个音乐风格还是那个乐团的风格，就是他可以允许他们的前面的一群众冲撞，冲撞之后他是跟乐手打在一起打，就是真人 rocking， 他也不是真的，但是他就是互相在那挥拳挥脚，而且打成一团，我觉得干其实蛮嗨的，其实我就是这种这种对我就觉得很好笑，很荒谬，但是就是这种好像跳舞圈不大会有这种文化啊，对，因为我们还要跳舞啊，谁要跟你打气啊，跳了就累了，谁跟美女打架好不好？还打嘞，受伤我等下怎么比赛啊？对吧？跳了一分钟。让我喘一下。对，通常是这样。通常是这样子。好，有什么话想说？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对，我这只有就是觉得要谢谢大家而已，因为像刚刚讲的，其实我们很大的运气成分，才会那些一大堆满山满谷的小缺点，然后没有什么人抱怨我们。对，这真的很难得，就是以往都会。就会听到哪一个活动怎样不好，还是会有一些讨论。会，而且别人不说啊，靠北街舞没有人靠北嘻哈岛哎、欸。为什么？你看帐篷也不够啊。对，我们其实根本预约课程也满啦。对，然后背头到一半旁边淹水，然后睡觉的时候那个帐篷一直打脸，对，然后倒掉、啊，水才倒掉，然后又是最贵的活动。对，真的最贵，目前把那个。文字这样讲出来的时候，觉得超北蓝的。对，超北蓝。可是其实大家都好爽。你把这些全部 list 起来，绝对是一场有够烂的活动，但是大家觉得很爽。但是我就觉得这里就前觉得人跟人之间的连接真的很可贵。他、如果人与人的连接很可贵吗？对啊，真的很可贵啊。人与人，我很认真哦。绝对不会让你带到歪掉哦。因为你看哦，我们喜爱着音乐跟跳舞，后来之后在当时的那个在那个时间那个点，后来之后大家聚在一起，还情感交流是很真实的。后来之后我们会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很感动，所以我都会有点磕到一点点的。不是喜欢赌博吗？什么东西抓到了？我本来是投资理财的爱好者。OK OK， 好，你看我还是可以圆过来。OK OK， 就是会发到它很 real 啊，我觉得那个 real 是很难以可贵的。冷门这样讲，我超级感动，真的，因为我们从第一届就是以这个方向为出发去设计，对吧、啊？对吧、啊？所以从你今天从你的嘴巴讲出来，尤其你又没有去。
我已经在开播前解释过我为什么没有去了。然后你我们在口述，你也可以感觉得到那时候认真什么。哦，对啊，我是真的这样觉得啦。嗯，然后我今天都没有那么低语了。对对对，而且我像我在收集照片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真的觉得回去看这些照片很有趣。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在播的这些投影片、啊，回忆会闪现。对，回忆会闪现，因为当天的活动真的是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又就我刚刚讲，如果说你自己有强迫症，你会想要是每个都参与到，但实际上你办不到的时候呢，我自己有参与到，每个都觉得很有趣。但是有可以经由照片可以让我说，哦，原来其他场地现在在干嘛、哦，就是，所以其实我蛮推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一定要去那个膝关节的粉专按赞，然后看他们的相簿。不是，我忽然想要地狱梗，但是我不好意思。什么地狱梗？啊，你每次看前女友的照片，你会想浮现出很好没回忆、啊。但是我没有前女友啊。太回忆了吧，回忆都是好的、啊，没有想到之前就是哦，跟他们又吵架了。香樟应该没有线上，我相信应该没有。不一定都很难说、啊，香樟比较回来说，哎、欸，你就没有女朋友啊，醒醒吧。对 ，OK 的，还好，对，好 ，OK。所以今天的访问就差不多到这边，哎、嗯欸，难得哎、欸，我们今天就是算是一个非常正式类型的人物专访，两个小时内人物间活动专访，那我们在两个小时间，但是呢，今天我们本来有一个支线任务，我原本是要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做，但是又忘记做了，中场没有休息到，对，中场完全没有休息到，完全没有休息到，对啊。什么中场什么任务呢？就是其实我跟 Jacky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殊性关系。什么特殊性关系？我们两个都九月一号生日，耶、yeah! ！生日快乐，耶、yeah! ！前天生日啊，前天生日、啊，所以我有买蛋糕，大家现在等一下，我们现在膝关节。我蛮好奇的，就是从小到大都是开学当天生日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啊，对啊，很糟糕。真的，这个都是九月一号生日人才会，就是一边拿课本一边拿生日蛋糕，不是，是根本没有人 care, 没有人 care 你生日，不是，那有人问，那你小时候去送乖乖桶的时候，白痴哦，一开学的时候都是半天就结束了，对，而且没有人，更没有人屌你，大家都在拿书，根本没有人帮你庆生，而且有的时候是那种，例如说就可能一年级或者是可能四年级，因为像我们小学四年级可能分班，就重新调整班级，哦、对，大家都在互相认识，根本没有人知道你生日。然后我现在当老师，每年生日就是我最忙的时候，就九月一号生日真的是原罪，你知道吗？所有学生的事就就是那九月是绝对是开学最忙，所有的事情都带卷。不好意思，我老师我的贷款要怎么办之类的？哎，这我昨天才听到的。老师，我的贷款。家长打电话，喂，老师，我们小朋友到学校了吗？昨天无眠大暴气，可恶！我快让我当最后一天的暑假发哭啊！昨天我前天就是我们开学，然后办公室的同事帮我庆生，然后大家就订披萨跟炸鸡啊，然后大家中午吃披萨的时候都没有讲话，因为太累了，大家都在默默的吃。这就是我的生日，超惨。对，然后呢，那个因为今天好，现在都说要庆生嘛，所以我还是准备了蛋糕。那因为刚刚实在太晚，我也不知道准备什么蛋糕，所以我就去旁边的面包店买了一个牛奶卷。然后呢，因为牛奶卷买回来以后呢，我想说，哎，时间蛮近的嘛，那我想说我先把它冰在冰箱上层好了。哦、所以我不确定牛奶卷冰箱上层。牛奶冰可怜。不是，哎，等等，我问一下，你们是真的想庆生吗？我觉得你根本没有想要庆生的感觉啊。这个形式的。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我大概过30岁以后，其实我就不大庆生。我自己个人了，不大庆生，所以因为我还没过30岁，我不知道，我20几岁而已。对，反正我其实本来就我后来也把 Facebook 上我生日关掉，所以其实有知道我生日的大部分都是比较近的人。然后呢，今年有跟我说生日快乐的，哎，两个都是学弟。还有我啊。哦，对，每年都会跟你说生日快乐，对，因为我们同一天。是啊，我们在群组内也有帮你生日快乐，好像我们都不是人一样。街舞圈好像只有我们两个是九月一号，我记得那个时候。比较少，其他都可能就不是老师类的。我觉得老师就我这边认识的街舞圈好像只有我跟白。应该讲说处女座啊，有哪些？陈学耀是什么星座？双子。哦，处女座很多人啊，我记得很多、哦，好像多的、啊。今天好像9月4号还是什么？我记得好像陈若瑄也在我们附近的样子吧？对啊。我老板啊，大木也说啊，贾浩君也是处女座，贾浩君处女座的。哦，不过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世新大学的。你刚才讲世新大学，我才想到。对啊，那个是一场误会，这样。对，没有很多世新大学，我念很多，我也念过很多学校。对，淡江，所以我那时候想啊。去到要是世新大学哦，那你不是去那边一阵子的、哦？好，赶快来吃。对，所以蛮大一片的嘛。对，没有我刚好先切好了。对，对，奶油卷好，冷冻奶油卷冷冻牛奶卷，对，好，所以总而言之，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那就这样了。大家祝我们两个生日快乐，结束今天的直播，谢谢大家。生日快乐！耶、yeah, ，好，放音乐，大家放音乐，我先放音乐。哎呀，大家先把声音拉小，因为有人抱怨我每次放音乐的声音太大声了。对，好。我们现在麦克风还开着吗？
好，我先把它拉掉，三二一，好，谢谢大家，今天的直播结束。有什么歪的可以聊？我也不知道，看你想要聊什么歪的吗？对，好了，那但这个都是慢慢有浮现一些在膝关节的一些画面。真的来做大家看不到的时间条。哎、欸，你那个有要做时间条的话，其实你可以私讯给我了。对，就是那个看是 Facebook 或 IG 丢给我就可以了。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己都会做了。对对对，你传讯息跟我讲。你赶快吃啊！对对，大家自己吃点心啊！我现在声音还在，声音还在，声音还在。我要吃啊！对，我现在把它丢在直播的结束画面，但声音还在哦。送你，没事没事。对对对，哎，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那个膝关节的 IG 追踪起来 ，The Joint 对，然后还有 Jacky 老师的，还有那个玄学耀的，对，大家自己追踪起来。对，我们画面还在哦。对，就这样。哦，结冰了，对不对？结冰了，对不对？哎，你们要放最后的音乐当。有，我刚放了。对，你们先上厕所。好了，我就看你的毛巾掉了。啊，对，帮你拿起来。走一走一，对，好 ，OK， 反正对没有特别要聊什么的话，今天就结束在这边，难得一个两个小时之内可以搞定的直播，超快、欸，没有，因为我们今天蛮 focus 膝关节，如果针对他们两个会比较不一样，对对对、啊，如果再多一些人物专访的好，下次。讲说我们讲到 Rocking 嘛，还有，因为我们今天把 Rocking 跟 House 都拉掉，对，我们先把它拉掉，因为我觉得那个聊起来会很久，下次有机会再来聊，对，好，就这样。冰淇淋卷好屌，很好吃哎，蛮冰淇淋超好吃，这冰淇淋超好吃，冰淇淋超好吃的，因为我丢在冷冻哎，好，大家今天如果我讲现在已经结束了，直播上还有人吗？我看一下现在还有多少人。刚还有14个人，你们他妈有够无聊，对，好，没关系，反正就是打工一直，那他们只是挂在上面的哦，挂网，对，所以大家有兴趣买牛奶卷都要可以把它冰在冰箱上层，对，搞不好会很好吃，对，就这样子，好，结束，谢谢大家，放音乐、欸。阿彪水饺超难找的，根本找不到。阿彪水饺、啊，你没买到？没买到啊，干笨手。